分队了，要分队了。好，分队，分队。要分队了，来分队。哇！我跟谁？我跟谁？哎！哇！皮弟，看不到我。皮弟，哎呀！有橘队吗？各自再开吗？各自再开吗？我这队是什么颜色啊？再开，再开，再开，再开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困住了，有人来救我吗？有救我啊！解救了，解救！终于，终于，这都是新组合哎！哎，我跟我是不相会了。是青色吗？我们是黄色吗？对，紫色。这是什么色啊？这是红的吗？对，我们是蓝的。这看起来很像红的。刚才讲不能拿烟枪，可是我们真的有摇。哎，干嘛？干嘛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哎，他记我连两届跟你同队嘞。PD 的 RC 是哪个？为什么他找不到他 ？OP Channel 啊。皮弟哎、欸，皮弟、哦、皮弟、哦、皮弟是那个吧 ，Good Man 吧？可是 RC 没看到他哎、欸，他在上面，他跑在上面。皮弟好男人，我看到皮弟 ，RC 快掉了啦。我们要先，你来了，皮弟。Hello， 哎、欸，我第二次，我已经第二次跟皮弟还有哈基同队，我才参加三次而已、欸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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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，大家，我知道我们这队有一个很重要的战术。很重要，我们这队的战术就是摇，你不要拿烟。好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拿，我不拿，绝对不拿，好不好？欸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打架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你拿水会比拿烟枪好。好好，我拿水，好。对对对 ，OK OK。水的速度比较快，可以把人家冲散。好啊好啊。可是他会不会把我们自己？好好，我不拿桶子，我不拿桶子。这样可以吗？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所以我们要采取什么？一开始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？先收集皮一点麦吗？看可以扩大声一点。我觉得哎、欸，先分配一下一开始的工作好了。我们先让彼此麦都清楚一点啊。好，现在这样可以吗？喂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喂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大声吗？有，变大，变大。我说，对，我没有什么战，因为我看这个木头非常少。哦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木头很少？所以有什么战术吗？我觉得也只能去抢啊！我打木头好了，一开始我打木头好不好？我觉得木头昨天那个昨天 Sky 他其实有拍图给大家看，木头其实就是分两区而有而已，分两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撞到人的话，看可不可以砍树，然后拿种子就走了，就走了之类的。而且一定要团体行动，因为一开始。ID 会隐藏，所以很难看到对方。嗯，对，所以这点一定要很小心。那我们一开始先四个人先一起走，先去看，想尽办法先弄到种子或树木这样。好。对，因为我很怕是说我们在左上左下有没有那个，就是它的木头离木头太远了，就走仙人掌而已。那就很麻烦，木头一定是必要的。对啊，没有木头什么时候不能做？什么时候不能做？所以一定要去抢木头。到时候我觉得这是可以三个人去打木头，一个人就是在旁边看，看有没有人，要看有没有人。那因为没有显示 ID， 真的很难看到对方来袭。嗯，那所以你们哎、欸、那个嗯字幕也都要调出来哦。好，有我有调。所以你们食物来源决定是种小麦了吗？动物啊，还是有动物啊？我觉得还对啊，我觉得打动物啊，因为你们刚说种子嘛，我以为你们要那个。没有没有，是那个树苗树苗对树苗不要丢掉。因为其实其实食物的话，你只要有10个就够了。好啊，因为每次打到最后都食物都还有剩啊，所以我觉得10个内差不多。他们都 OK 了，可以发表一下意见。我有点想上厕所，我可以去一下。好，你赶快去。好，你先去。我已经回来了 ，OK 了。好。好。哎，你们都知道中心的那个吗？坐标。嗯，坐标。我看一下。对，可以先在这里按 F 3，你就可以知道 X 跟 Z 走了。我有记，哎、欸，他们说要开始、欸，哎。好。442521，442501，442501，41250992，要开始了。三五不是啊，92啊。一，开始。
黄山，哇，黄山，哎、欸，旁边有树，旁边有，旁边有树，这里，这里，哎、欸，哦，好，对对对，打橡木，打橡木，橡木，你们打树，好好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，有没有看其他人哦？好好好好，我稍微站高去看，哎、欸，会累格，会累格，会累格，没有，一开始难免的，哦、oh, ，OK OK OK， 不好意思，对啊，打不要打白色哦，打苹果树哦，好，打苹果树，打苹果树，我先做工作台，我先做工作台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所以谁等一下谁要去杀动物？谁要杀动物？没有，先砍啊！我们要有工具啊！我可以杀，我可以杀。嗯，好好，那你杀。没有，就分配一下，我打木头，然后收集苹果。那个、哦、沙漠地带有小白他们那队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好了解了解了解。已经来了。对，小白、秋风他们那队。这么快？有听到脚步声喊一下，听到脚步声喊一下。脚步声应该都是自己的啦。小白他们那队，而且后面好像。好像是雀巢他们那里的，哎、欸，有人死掉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哇，黑雨，哇，哇，真的太近了，很近很近，哇塞，我先挖石头，不会吧？先做剑，这么快？我先挖石头做剑，好，快点，这边有，往沙漠那边的要注意，特别注意一下哦。我靠，哇塞，哇，太快了吧？天哪，哇塞，太扯了，哇。这太扯了！在打字啊，他说在打字啊，太快了！哎、欸，这样我有点怕怕的。有人，有其他人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附近，在沙漠区。秋风了，先做剑。对，我刚刚有讲，就是沙漠区那边会有人。太快了吧！没有办法挖到石头啊！又剩下挖。哎、欸，快！一把剑给你们。有，都有拿木剑的，他们在沙漠区，他们被五个人追。好恐怖哦！一开始怎么那么快啊？皮弟，你看一下、哦，看一下位置，我来挖石头。哇塞！注意哦！哇！注意哦！他们上山哦！上山是往我们这边走吗？世界啊！有可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其他人哎、欸，我看到那个。小燕他们哎、欸，他们在我们后面，他们在后面。哇！沙漠还是哪里？在那个我们斜对角，就是在我们的大概4点钟方向吧。好，多看一下。哇，也太快了！老皮走怪了。先哎，我给你们斧头，还有一把，我只做3把而已。可以拿斧头，对，拿斧头。好，拿斧头就好。然后树木还是尽量砍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他们上了。对，附近的动物你们注意一下，我去找一下甘蔗。谁上来？上来了。老皮他们上来，要先守吗？先守一波吗？在我面向。哇！哇塞！哇塞！哇！好聪明啊！秋风也死了。哇！先拿武器，先把工作人员拔走，然后拿武器直接往他们跟他硬干一波吧。不要！我现在是偏离你们的，你们就三个人，我去找甘蔗。不要了，先不要，我觉得先不要。在这一面，我看到。哦、oh, ，有，我就不要硬干，我就不要，不要，先不要，一开始就硬干太快，不要打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不要打，太快了。对，太快了。好吧。哇塞，你现在打没有用处啊，没有好处。对啊，等一下，现在是谁在监视？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。等一下、哦，你多监视一下哦。甘蔗这边我已经拿到了。好 ，OK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还没拿到苹果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买种子要拿一下，然后看附近有没有牛。牛好。对，因为需要皮革，欸、等一下那我尽量把甘蔗都拿走，不让其他队友支援。好近哦，我的妈呀！很近，因为树木真的太少了。我有点不敢下山嘞、欸，你们跑去哪了？我在树上面，在你旁边。哦，好 ，OK， 我们一起下山打个树好了。老皮他们回去原来的位置，他们在这个方向。好，下山其实反而还 OK 啊，因为视野会比较清楚。Oh my god！ 都是平地。哇，这很夸张，太扯了。有一队离我们很近，好好，在沙漠区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一人可以有一个南瓜头。南瓜头没有啊，蛮好玩的，刚好看到。欸、打树叶会掉苹果。哎、欸、呦，哦，没事，看错了。认真说，你们附近有看到牛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、欸，我都看到羊跟猪而已。好，那我去打兔子。好，哎、欸，工作台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他们过来抓我们了。不要被抓，如果他们来，你们就退哦。集体行动啊！那个，嘿，他们过来了，他们过来了。可以，在哪边？拿到种子了吗？他们在，就是沙漠区。我沙漠区拿种子。巧克力，我们先集合。对，先集合一下。妈，我一个人可以跑很快。哦，好。
那我们先往后退，我们先往后退。好，就退就退。先退。太夸张了啦！不行啦，兔子打不到兔子皮，还要打四只，太多了。哇！繁星又可以有猪，杀可。要找牛。好多兔子哦，超多兔子的。兔子，那就打兔子就好。如果四只以上就打兔子就好。甘蔗先收。甘蔗，巧克力拿到了。那仙人掌带几个吧？带也是，等下可以害人，等下可以害人。也是可以。如果他过来的话，就放仙人掌定他。哦，是，太可怕了吧！我兔子到现在都还打不到兔子皮啊，太难打了。然后四个兔子皮了，四个兔子皮了。好，那就好，巧克力回来。繁星，我错了。你们木头有收集够多吗？哎，我身上36个原木。你们的 IP 是在哪里？哎，你说位置吗？坐标，我在-12，然后 Z 是1069。对，1069，好。好 ，OK。有人有多打一点动物，我们需要伙食。有人注意哦。工作台在哪？有人架工作台吗？至少再做一个。我们总共有4个，所以至少要40个那个动物的肉。40个、啊。嗯，哇，这样我不知道杀不杀到。打一些就可以。靠，一开始就太热血了，我手在发抖哎、欸。我看到汪汪了。姚，你小心哦，汪汪在你附近哦。汪汪在我附近。对，好，先跟我们汇合。来哦。我们躲树里面。可是汪汪不是只剩下一个人而已吗？我们群体他应该就不会过来了。对啊，那是汪汪，他在下面。我看到他了。下面。可是我不太想打，不要，因为我体力不太够。那不要，先不要打。我们现在就差不多可以下去了吧？要晚上了。好啊，大概在十分钟吧。可是我肉有点少哎、欸，我想再多打几个哎、欸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一起走吧。一起走。我想去烧个肉。我看到有人，我看到有人。巧克力了，我看到巧克力了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有，我在你们后面，有，我走到原本的那地方了。原本的地方有点危险。看到汪汪的下面而已。哇，饿死了！小白饿死了。下面有人。汪汪在下面。等下我可以去料理他。我觉得不用，我觉得我们群体他应该就不敢过来了，他只剩一个人而已啊。他一个人最危险啊。你们可以多弄一点木头吗？我这边完全一点木头。这边有猪。好，打猪。看不到路，我破土。有猪。汪汪在那边，汪汪被卡住，汪汪被卡住了。他在那里，要砍吗？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耶，挥他几刀。哇，真的吗？要冲了吗？他跑走了，他跑走了。不要追，赶走他就好。对，不要追。都是我们的，要做啊，算了。所以要做工作台出来吗？我身上已经没什么工具了。可以啊，再做一个吧，再做一人一个。这里有一个木头真的要多拿一点哦。好恐怖哦！我好像看到牛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有皮革了，所以其实没差。对，有皮革，有皮革，食物应该也还够。只是为了食物的话就可以打了。我食物有点不够啊，我身上肉好少啊。为什么就我没打到什么肉？那个是巧克力，我看到了巧克力啊，吓死我了！所以汪汪离开了，汪汪被赶走了。哦，可我想要去找他。我们可以在这附近挖个地道、啊。皮弟，我跟你一起行动，那样太危险了。姚，你要不要先挖个地道？我先挖地道吗？好。对，先挖地道。他这一次宝石度扣好快哦，是因为？对啊，我觉得宝石度扣有点快哎、欸。是不是有调过？是不是有调过？没有调过。没有，就是困难模式其实就是差不多这速度。是哦。哦，我们之前是困难模式吗？不是。是啊，一直都是啊。极限一定是吧？极限一定是困难吧？对啊！哇塞！我有仙人掌陷阱，如果他过来的话，我就放仙人掌定他。这附近的资源其实好像被我们占据了，所以还 OK。差不多。对。肉部分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怎么了？按错了，我按做人出头了。没关系，龙根时代，嘲讽。结成就。苹果的部分呢？苹果这边一颗。
哦，苹果比较缺乏一点。就一颗哎、欸。瑶，你赶快那个、哦、地道哦。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树苗倒是不少。欸、我们这边离中心点很近哎、欸。超近的，我看到那个峡谷了。有看到峡谷了、哦。对。哎、欸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集合哦，集合。我们去。哎、欸，有地洞，有地，那个是峡谷吗？对。不要挖到峡谷那了，先不要挖去那里。我看到 Enderman、欸。下去了，先集合吧，先集合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。瑶那边挖的如何？有怪、欸、有怪、欸、有怪、欸、我这边直接下来就是洞了哎、欸。进去了，进去了。避开避开洞窟，避开洞窟，好好好。有僵尸哎、欸，出怪了出怪了。对啊对啊。出怪吗？快哦快哦！可是这样怎么避开？这样怎么走都是啊！我。天哪、啊！洞在哪里？哦，我想要苹果啊！我们从上面一点挖到旁边去好了，不然这样都是洞。往那个往后面往后面摇，往你后面挖，你那边是峡谷，我这边是峡谷，你说这一面哦、喔？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不是挖到峡谷了，对，这样会挖到峡谷吗？没有苹果，不会，对啊，没有苹果，这边只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好暗哦、喔。种子的部分，哎、欸，那个树苗呢？树苗很多个，15个，是橡木没错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挖个，等一下我把这边填起来，避免大家。好，我过去找你们，哎、欸，你们填住。哎，僵尸，头顶上有僵尸。好 okay, 我自己，怕摔到。好快啊、哦！可以插个火把吗？好可怕、哦，有点可怕。对啊，真的有点可怕。太暗了、啊。没有，哦，有碳。好暗哦！哎、这声音太近了吧？好，亮了。碳好有。那这边就不要去了、哦，这边是那个哦，就是。工作台也放。木头有限。哦、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往那边走，因为。那个什么？没有，那是最后啊，还很久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先插一下火把吧，有火把。火把。这里堵起来是有洞吗？对，那边有怪，地洞啊。就想办法挖出可以往下的。哎、欸，已经死掉几个？4个人哎、欸，5个人。五个了，死超多的，很夸张哎。黑羽还说他不雷，你看看。第一个死。嘿，还说不雷？哎、欸，这条 OK 吗？要这么浅吗？挖深一点吧。这边高度多少？55。哇！哎、欸，皮弟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啊？怎么？没有，我在做火。对，要往左拐、哦，直走几乎是不行的啦。对啊。那也就是把这些煤都挖走。我是看到我是被煤炭吸，所以要往下吗？我觉得要往下挖、欸，哎。要往下挖，往下挖。好，我从这边开始往下挖哦。哦，不要好了。我觉得怪好近哦，声音好可怕、哦。对啊。对啊，没有旁边就有洞穴，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好 ，OK。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也烧一下好了。有，我们这个火把这个节奏，我们这节奏是对的。我们已经赢了，我们已经赢了。没，不要说赢啊，是节奏是对的。啊，节奏对了，节奏对了。跑到那个铁了，有铁了。好，铁小姐，这边外面好像是僵尸哎、欸。这边高度多少了？46，我继续往下挖哦。嗯，好。旁边挖的话，可能会遇到骷髅弓箭手。我听到骷髅弓箭手声音。有。等下有铁就先做个盾。哇，好恐怖啊！刺激哦。恐妹。不要紧。插上面，好恐怖哦！一开始就整个法师就把黑羽杀掉了，对啊。我是觉得二十那个比较，小白二十就超强的。我觉得他应该他应该一开始应该跑太多了啦，就是一直跑。对，哎呦，我先他可能是被追，然后就一直逃。现在烧肉36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挖到铁了。这边有出怪的危机。有，我把出怪的地方都堵住了，很危险。哎、欸，如果肚子饿的话，那个烤箱有烤东西哦。好哦，好哦。对。好 ，OK。乖，我记住你了。哇，已经在站了，你这个是败部宣言吗？在站了。我希望你们都死掉。啊欸、他们要开2个小时的主播台，真的，他们死太快了，就累，太快了。
希望很多人。我跟他讲叫节哀，节哀。哇，这边都有骷髅的声音。I want my friend。啊，稿子爆掉了。感谢我们的浩浩订阅，感谢浩浩订阅四个月，感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感谢你。我都没有煤炭，煤炭很缺、欸。往下挖一下，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对对对，不要。不要正面往下挖，正面往下挖太蠢了。对，那绝对不要正面往下挖。不要，很危险。哎、欸，你要哦，熔炉在这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欸、这个是扣血是没办法。烧铁的是哪一个、啊？不能，那真男人的。都可以用。好、啊。我们大概挖到20那边，应该要可以做个中继站吧？还是20的地方可以？因为20的附近会有那个黄金，好，对，盾牌差不多吧，应该要再下去十格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各种洞窟哎、欸，玻璃，怎么了？汪汪怎么了？剩一格哎、欸，还有剩一格哎、欸，汪汪剩一格，哇，好猛啊，汪汪太猛了，打、欸、错，等一下，333 ，OP channel 也剩 OP channel 也剩三格而已、欸、，OP channel 两格了。怎么了啊？到底哇，不是啊，大家到底是有什么困难吗？我觉得三张地图比较烦吧，好恐怖哦，好猛哦，不总哎、欸，现在只剩蓝队最有战力，还有我们蓝队跟红队，而且红队很凶哎、欸，他们已经杀了好多人了，对啊，嗯、對他们根本杀红了眼，而且法师这场是首杀哎、欸。就把 Heavy 杀掉了，超猛的！哇，多一个高度多少？16了，16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总算终于有那种冠军的感觉了！挖到红石了，14，连续四届，拜托，今天第五届，那我去找你好了啦。哎、欸，这一格11了，我挖了，我往左右了。哦，那我往前。好，那、啊、可以在那边盖个那个、啊、中继站。好，哎、欸，你说20的地方会有黄金是不是？对，20层。哎、欸，哈吉，你有铁镐吗？铁镐有。那等下我要钻石给你挖、哦，因为我只有石镐而已。好、哦。那我在20层挖黄金呢？好。可是鬼直接砍下去，我觉得没血没嘞。然后在10层那边，我们可以挖大一点，然后就可以来种那个种树了。好。10层的地方是不是？嗯。有，就应该再高一点的对。啊，坏掉了。Yes， 怪怪的，一辈子问题啊。你们有人有盾牌了吗？有，我有了。还没有盾牌。我跟哈基有盾牌了。皮弟还没有，皮弟我帮你做一个。好，我在20层这边。欸、我紧张到我今天就是现在都没有空看聊天室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认真玩 UHC， 认真玩聊天室，有人会帮你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观众。对，我这边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也不好意思，就是没有空顾你们啊，你们自己玩。那自己玩沙吗？去旁边玩沙。没有空顾你们了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哇，沿路都有那个。工作海，哎、欸，我身上有颗苹果哎、欸，谁丢给我的？应该是你自己捡到的吧？捡到的吧？刚好捡到的吧？留着。哇，天哪、啊，好可惜，一股不在我旁边哦，他在我旁边就有钻石了。我要多做一点。你知道上次、欸、你们有多？欸、嗯，你说。没有说，如果多的铁的话，可以帮我做一把铁镐吗？还没有，我在烧了，我在烧。黄金好像也要用铁镐嘛，对不对？黄金用铁镐，黄金用铁镐。对、嗯、那我挖到，我再喊你一下，你再上来挖。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我听，哎、欸，我挖岩浆，我挖岩浆啊！有，附近找我看有没有钻石。岩浆太夸张，我靠，20层就有岩浆哎、欸！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个分布不均啊，小心怪物就好。嗯。然后我们可能要趁白天做水桶上去装水啊，如果没有水的话是有点烦。嗯。或者是趁白天上去，就是再多砍一些树。去，你在笑什么？你在干嘛？然后，怪怪的。
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哇，订阅你可以让你感谢有你，订阅可以让你瘦成这样，我下次也要订阅你，我订阅一年好不好？各种所写，这个是什么？刚有人记得那个吗？游戏开始的时间，20分钟了，20分钟了，所以是20分钟，39分钟。所以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啊？现在是白天。我们要不要上去多砍一点树？因为我们苹果真的很缺。挖不到钻石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我先上去弄一点东西。你先带个水桶上去吧。我上去吗？对，两个一起上去好不好？还是？哦，好，也是可以的。好啊，我觉得两个有点多哎，现在已经会显示 ID 啦。哦，所以一看到就直接逃了。我上去吗？好，我上去。你可以吗？还是我 I'm scary。 你觉得你的矿运好还是苹果运好？我觉得矿运刚应该不好。好啦，我去倒个水，我去倒个水。还是我们一起上去。好，可以。你要捞水就多捞几桶哦。要捞几桶没问题啊。四桶哦，这样要12个铁。我箱子里那个我有放熔炉里，我刚刚有在烧，不知道有没有烧出来。我先把这边那个铁挖起来好了。OK。我这边现在是最缺的是反而是煤炭啊，莫名其妙。我身上有很多煤炭，要不要？37个。我身上两个。哦、你放在熔炉里，放在熔炉里，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了。我放在20层的熔炉哦。对，我刚刚也是去那里。好，皮弟，你要跟我上去捞吗？等一下，我这边还有铁，我快挖完了。好，我想先做个铁剑哎，还是不要？我觉得也可以啊，可能斧头会可能会比较做斧头铁斧吗？各有所长啊，斧头剑的话是双方走位打来打去会很好用。我是比较习惯拿剑啊，我拿剑好了。也比较不浪费，也比较不浪费。巧克力走掉了。那个，OK， 没问题，交给我。放个煤炭进去吧。看点。好，你们要做箱子了吗？箱子，我做了，也是可以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收那个，上面那个要打掉。好了，觉得把一些东西放着吧。熔炉，你们要叠这么多个、哦。铁链，你们先处理一下。好。好了，我要上去喽。好。我先把苹果给你们好，怕万一说我们真的回不来的话，至少可以回得来。你放箱子啊，放箱子不会有事。好，走，那皮皮我跟你上去喽。好，我先好。好。你直接放箱子，我在附近有 ID 我会看。好。火把再做几个好了。等一下，一人两桶，我给你两桶，等一下捞完两桶就走了。好。你们还要砍树啊，要找那个苹果。找苹果、啊、哦，对，所以我们上去有两个任务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苹果至少一人要留两颗吧，至少要让大家有两颗可以拿，这样最好最希望是这样啊。对啊，我这边也在努力找黄金，今天黄金运不太好。好啊，等一下我迷路了，你走这边吗？不是，这里不是，不是啊，这是我的矿区，这里吧？不是这边吗？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一条啊，这一条，吓死我了。哦、OK， 上次有被挡住哦，你们再开一台就可以了。插个火把标记一下。嗯，是被什么挡住？工作台挡住吗？哎，怎样？钻石啊！吓谁啦？喊得这么紧张，我怕被入侵我也怕。我在想说，我每次都挖平的，我往下挖看看好了，结果一挖中了，是不是？这在哪？这边路在哪？你这个开心跟难过都不懂啊！对啊，你这个天哪，叫成这样！我刚跟皮弟还瞬间从楼梯回头要跑下去。不要吓到了好吗？闹事，真的超闹的哦！这里应该没人，好，这地方挖，这边嘛，这边，他在偷看我，往这边，好，出来了，正要出去了。你先看上面有没有。白天，没事。有没有苦力怕？先上去看有没有苦力怕。我上去看吗？没有。OK，all safe， all safe。好，先把路堵起来。好。你有泥土吗？我没有。哦，有泥土。可是这样，等一下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个啊？旁边有工作台啊。是这样啊。你在哪？你怎么？哦，我看到你了。我在。对。好。苹果树是这个吧？对不对？对，橡木的。不是要先捞水吗？
边走边捞吧。水好像在，我不知道水在哪哎、欸。水在那个方向，沙漠地方。沙漠过去有很多水。嗯，所以要先打树吗？还是要先捞水？砍树先，砍树都先、啊。我觉得树先呐、啊。对，因为你砍树，它树苗还要慢慢的掉落。对啊。我们先大概砍个几棵，然后再过去捞。为什么这个树都被砍一半的、啊？砍一半，因为汪汪有在这边啊。哦。哎、欸，要注意哦，不要移太远哦。好好好，不会。好凶哦！记得按 shift 隐藏一下名字哦。哦，对哦。对啊，你上去要小心。有点，我忘记有 shift 这个东西耶。你不会也拔掉了吧？好好奇哦，到底他到底为什么一开始会打成那样啊？皮弟，你跑去哪了？我看不到你啊。在。太可怕。在我后面。确定哦，确定有在哦。对。好。对。不要走失，不要走失。这树层都被砍一半哎、欸！我的妈呀、啊！不要砍这种好了，浪费时间。那种太大颗的，对，就不要太砍，对吧、啊？因为那不会让树叶全部的掉落，会很麻烦。好，我自己也打一点食物吧。我这边挖到好多煤炭哦，好爽。哎、欸，还是没有黄金啊！黄金到底在哪、啊？莫名其妙、啊。这条是刚挖的吗？哎、啊欸，有，我看到水了，我看到水了，在左前方。有，我看到。那走了吗？他走了吗？他替你挖到几颗钻石？五颗。哎，刚刚好啊。好，走、啊。好，这样搞我就够了。哎、欸，那他替我们就可以准备那个哦，等他们水挖回来就可以来做附魔台。对，附魔台。可是你没有经验啊，你附魔台做出来，我有九等，哎、欸，而且有啊有啊，挖煤炭都会有一些经验啊。我请你吃，我们要守护它。我们有足够的煤炭就可以烧石头，烧石头也会有经验。对，哎、欸，皮你捞了吗？等下我就边走边那个，顺便。哦，好，我跟你一起行动，我捞完了。哈基，你觉得最后我们要打天空战还是怎样？啊？我觉得没有差一点，不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我靠，差一点呢！多打二十分钟、欸，你不要催我。对啊，因为在16×16的位置要打二十分钟，我觉得可以想一下，到时候要怎么打。所以我们要先霸占天空吗？我们要霸占天空吗？就是怕人打很久而已。天空哦，对啊，因为站在高处一定有优势。那如果你们要站在高处的话，那比较在中间，可能类似盖一个家，因为上面一定会一直到岩浆下来。嗯，对。有人说不要杀汪汪，让他继续写下去哦、啊。看你打这一句，我就好想杀他。如果看到汪汪，我一定打。我刚刚就很想打他，我只是怕我跑不快，因为那时候太饿了。一张好大鸡排，让我错失冠军。有心结，仇恨值很高。我现在好紧张啊！我的妈呀！因为我们在地表上，已经有大好的优势的，就是要稳住就可以了。Okay, okay. 等一下我要拿岩浆铜戒把我手打断，谢谢。我会先在你身上浇一盆水。好，没问题。都没有哎、欸，都你有看到有掉下来的吗？没有呢，都没有呢。靠，这有点。虽小，太烂。哎、欸、有一颗。哎、欸，你爬去哪里了？我怎么看不到你？爬去。我觉得要想办法挖出黄金哦，一颗都没有。你在上面，一颗黄金都没有啊？哦，现在终于出现了，嘴一下才会出现啊，莫名其妙。有人要嘴一下，尽量嘴。哎、欸，苹果啊，搞什么？真的都没有苹果哎、欸！哦，要嘴。再来了哦，夸张哎！对啊，小家子气哎、欸。小气鬼就给五颗哦，有本事你掉十颗啊，我绝对不会捡。要下去了吗？我把树苗种回去好了。树苗我们带去地下种好了啦。我正在种。对啊，带去底下吧。继续挖，我们等快天黑我们再下去就好了。不然你还记得在哪里吗？还记得啊。我们在那附近就好了，你可以顺便把树种回去，我真的很怕等一下回不去。
不要怕啦，怕什么？玩这个就是要大胆，就要注意脚下，因为我们是在峡谷区。好好好，哇，皮弟这样说就对啦，要大胆。不怕，你强敌都死掉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要让我拿岩浆桶吗？这个的话你先喂队友好了，喂其他的。没有啊，我不拿，我打死不拿。真的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呢。OK 的啦。不 OK 啊！这种事情我都没有放心上了，你放心上干什么？不是我，观众放心上啊！观众就玻璃心啊！观众是观众啊！对啊，你的队友都愿意原谅你了。好好。哎、欸，等你们的水啊！回去了！哎、欸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在，就是刚刚下来的那个地方。刚下来？你没有？先往洞穴走，有，我看到你了。你们有拿到苹果吗？啊，你在哪？等一下，你是往哪个洞穴走？等我下去，跟我走，你小心。好，没问题。快，要出怪，跑步稍微小跑步一点，快。好，对，可以跑，有食物就够了。哇，你真的还记得，好猛。有看到红石，其实可以挖，因为红石会给经验。填回去，有填了。好，走，回去。我挖两颗。好吵，蜘蛛声一直在叫，哎。阿鬼现在一直被各种收买，我的妈呀、啊！你把 T 按出来看会很精彩。对啊。为什么阿鬼被收买？你把 T 按出来看啊，你看啊。阿鬼要请鸡排哦。不是啊，菜渣啊。是谁的？菜渣请鸡排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水在这，给你一桶。好。把那个附魔台做出来啊。所以我把它放在那个、啊。哦，蜘蛛好吵哦！这里是只有蜘蛛的声音。素描放箱子，然后肉也给它烧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们都在烧石头啊、哦？我烧石头是拿经验拿， okay, 你们先拿那个啊， okay. 先拿水去倒岩浆，不要把它全部倒掉哦，就是让我们可以挖四颗黑曜石。对啊，好啊，他就可以去挖，他就有那个啊钻镐。有多了铁的话就拿来做装备吧，不然好啊，就做装备啊。有点慢。钻石两颗，你确定要放箱子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就拿去做了。哦，那等一下拿去做附魔台啊。我们放一个无限水源出来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漂亮。哦，无限水源赞，那我们就不用拿做这么多铁桶哦。对啊，其实刚两桶就够了。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那什么颜色啊？我看到两个人在一起，好像是绿队。哎、欸，蹲下。我们自己人吧。是不是？蹲下。我们是青、啊、自己人。你们刚刚蹲下对不对？对，自己人。所以要做装备了吗？就我们是青队哦，我们不是绿队哦。慢慢做。颜色看起来很像哦。装备就慢慢做出来吧。是吧？没有，我要回去拿。哎、欸，你要在这里种树，那我把树苗拿过来哦。哦，好恐怖。有的啊，我看。对。哦，黄金都不出来。黑羽，你准备换搭档？哦，他们一起主持的节目是不是？小燕吗？小燕刚才讲的是不是那个什么失控先砸盘那个？失控先砸盘。黄金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告你哦。告老师哦，皮弟，你刚苹果消失了，在箱子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怎样？啊，我知道，刚刚我们没有回去捡呐啊！捡什么？苹果啦！啊，有啊，不是箱子里不是有两颗吗？不是，秋风说还有掉很多颗。哦，浪费 ！What the 费 ？Oh my god！ 浪费！说，没关系。我有钱，我们现在黄金资源也不多啊，还有下一个白天，等下一个天亮，我再继续挖钻石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做出来，我有成就，我会不会太嚣张啊、欸？你说什么成就？附魔台成就？没关系，就是要嚣张给队友看的啊！哇！不要树大招风，谁做一下谁做一下。好，我做。你有甘蔗哦？有啊、哦，你也有。好，我来。我放箱子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很容易招人嫉妒的。
真的，上次就是我没有成就，我没有成就。成就好，你先给我。你放箱子，放箱子。可低调路线。掉低掉低调，不能太刀锋。对啊，那个附魔台就可以放出来，我们等下都可以去附魔。好，八成啊。我们往左边挖看看好了。然后黄金真的很少啊。什么地形啊？怎么那么没黄金？不会啊，我先。哎，对，真的没有黄金。嗯，有明条。哎，有明条吗？那你们蹲一下，蹲一下。蹲到我。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OK。我发现我高度位置怪怪的，我原本是记得要在20挖，结果不是在20，是在哪里？18，对不对？我跑到14了。没关系啊，18可以，20也不错啊，都挖到了。好，回去20才是我的宝地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完蛋了，我已经来去挖钻石了。好，我挖红石吸个经验。欸，你们要不要打火机？嗯，可以啊。不知道怎么走去你们那。这边有峡谷。小 M 也各种威胁了。迷失在我所挖的矿区。哎，可以呢。今天十岁啦！哇，漂亮！666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欸，如果挖到那个弓箭手生怪砖，你们会想要就利用啊，当然利用啊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大峡谷？我怎么走一走就绕一圈呢、啊？青金石马上就有青金石，我要直直的挖过去你们那。都怀疑我作弊了。欸，不对，那是挑克白、欸。啊，在哪里？绿队，我看到绿队了。蹲下哦，蹲下哦。我现在蹲下，对，真的是绿色。哇，在打架吗？巧克白剩几个？他们那队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我先退掉。好好好，好恐怖哦！怎么大家都离这么近？紧张哦！你身上有做？你身上有放武器吗？还是你要带岩浆？巧克力不讲话了，巧克力没有我东西不多啊。巧克力吓到我，巧克力不讲话的代表说他暂时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欸，有人离开游戏，刚刚以为繁星有离开游戏，不说了。我法师哦，对不起。你真的看成繁星哦？对啊，不是那个能辨别的就几个字母而已。我跟你们有一点小距离啊。奇怪，煤炭怎么也这么少啊？有啊，很多啊，我现在快一组了耶。还是我先拿回去给你们烧。是巧克白跟那个雀巢，好想打他们哦。嗯，你确定吗？我们要不要一起围剿上去？去，我觉得一起吧，一起吧。我有点走不回去你们那里。走不回去？我迷失在我的洞穴。不然就先放着啊，就给他们一点机会。他们现在也都蹲下来了。好，他看到你，应该是看到了。因为其实实况的话会有那个会有观众会。通风报信啊，就尽量不要看啦，我们自己也不要看，呼吁他们不要讲、啊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不要看。奇怪，煤炭怎么那么少啊？青金石，欸、嘿嘿。What the fuck？ 你们在讲什么垃圾话？有人说记得什么繁星跟法师的 ID， 记得一个是咬咬的，记得一个是藏在天空上的。骷髅弓箭手，哦，长根，我往他们那里稍微走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确定吗？没有我，因为我是地道，如果出问题，我就直接盖走。好，煤炭。他们那里刚挖到岩浆区，然后就躲起来了。干我超臭的、欸，这么高吗？对，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特别注意到我，所以才会一直还没有蹲下。等一下，是不是煤炭有点少啊？欸，你们有做装备了吗？你们怎么把铁都放回去了？我有，我做装备还没做啊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无损血打法。好。超错的。拜托，如果装备非常的优秀，我已经铁
铁质全套都有了。你有了，你有了。对他们，好，那、欸、那我也做个装备。他们也有了，我不打了。好 ，OK。别探险，洞窟危险。这个已经箭在弦上了，不射出去不行啊！为了黄金。啊，那个地方给他们，给他们。这边十八。老皮现在在外面超嗨的。高度十八。哎呦！真的，为什么走不回去你们那啊？这地道，我到底是怎么挖的？你要不要我们报一下坐标啊？要吗？要吗？我刚看到你的名条、欸，我直接挖过去你们那啊！我快疯了！你有看到我名条吗？有。好好好。好多蜘蛛身哦。书柜哦，书柜好像没有哎、欸。他令我失望了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啊、哦！嘴吧唧。好多蜘蛛、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很怕到背后突然一个。哦。哇。哦。干嘛？紧张啊！废矿吗？都要闭气，你知道吗？你遇到你找废矿，真假的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听到很多蜘蛛声。哦，我刚刚有在一个地方听到一堆蜘蛛。你们蹲下，你们蹲下。我现在蹲着，我从头到尾都蹲着。我蹲下，站起来，蹲下，站起来。那个是别人，那是别人，看到了，那是别人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那个矿坑里面、欸。矿坑里面。我要回去找你们吗？是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，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刚刚挖岩浆，然后就是也同时挖到水，然后在我面前变成黑曜石，吓到了，不好意思。每个人在那边喘来喘去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对对，深呼吸，深呼吸 ，OK，那其他队的，而且好近哦。那我先回去找你们好了。你们这样讲啊，我好怕哦、喔。先，我先慢慢走回去。我先，我也先走回去，我也先走回去啦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有没有人可以那个放个青金石，我就可以来附魔了。青金石不是在哈基身上吗？对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好恐怖啊！对啊，先让我们附魔啊，因为早点附魔，消耗等级比较好。好啊。欸，要再做一本，有办法再做一本书出来吗？皮革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办法做第二本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用那个啊。如果挖够多的铁，可以用叠上去的、啊。我两个保护一的装备合成，就会变成那个保护二的。最后。我问你们啊，就是如果最后真的、啊、铁用铁针盒啊、欸，哦，如果最后真的传送到那个 PK 的话，你们有什么战术吗？我觉得传送到 PK 还好，重点是在那之前会变成16×16，维持20分钟。好，那个才是关键。哎、巧克力，所以你们要回来了吗？你们要回来了吗？糟糕，我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要给你坐标吗？我忘了。我忘记我们家在哪里。我给你坐标啊，6671079。跟你讲用挖的啦。刚看到了那个那几个人已经完全蹲下了，看不到了。好，退回来，退回来。哦，汪汪，汪汪死了。汪汪终于。阿纪放那个青金石出来。有有有。哇，好多。哇。死。啊，等一下，汪汪那队已经全灭了，四个都白了。GG 黄队 G， 收税。哎，巧克力不是、欸、哦，没事。对啊，我记得是从这边走嘛，然后走这边嘛。用挖的啦。然后这边下来嘛。你们是附在铁桩上吗？不然你要附在哪里？没有，我想说要不要附在武器上啊？当然要啊，武器也要啊，武器跟铁装都要。好啊，我一开始要六等防爆啊。没有没有，保护，都不保护。这边吧，找不到保护啊，我看一下。抗火可以考虑啦，保护一可以吗？保护一。
就是保护衣啊。好好，保护衣，然后哦，轻有保护哦。这个、哦，终于找到了，哦、感动。我终于找到。我皮革也不够，也不用冻甘蔗了吧？保护衣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哦哦，太多、哎哎！我终于找到我家了。啊，随便敷一个啊。都附保护衣嘛？对啊，附保护衣。哎、欸，我的剑、哦，我要这么多钻石哦！我的剑有击退一、锋利一，哎，要哪一个？哎哦，好剑，好剑！要哪一个？要哪一个？哦、你的击退跟锋利选、啊？对 对, 对，选一个。那当然还是锋利啊！锋利嘛，好。你打不痛、哦，我怕遇到他们哦。没关系，遇到我们这边已经有附魔装了 ，OK 了。皮弟，你要不要穿装一下啊？要，当然要。好，我先把那个铁烧完。好。玩手哎、欸，怎么多一个了？哦，那是自己的感觉哦，好恐怖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看刚才看到你背后那一个，害我吓到了。那啊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黄金跟苹果。OK。我们等到60分的时候就要往中心去挖。好、欸，新的成就哎、欸，送你的钻石是什么？给别人，就是丢给别人。哦。哪一队的、啊？好有钱哦！盾牌可以付吗？盾牌可以付哦。盾牌不行啊！啊，这样臭观众。好像可以付耐久的样子，我不确定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丢看看。哪能啊？不行啊！哦哦，你们玩的是哪一排模组啊？我记得每一次都有人这样跟我讲。然后每次都选择性忽略，选择性忽略，不是选择性相信吗？没有忽略，因为我觉得我就算可以付，我付了也没什么用。哇，素描都扔出来，哎、欸，你们搞搞要送给你什么？搞师傅看看有没有幸运好了，没有哎、欸。哇，这钱超多的哎、欸，我钱很多啊。在讲什么？钱超多，铁是。你都会缺，所以尽量挖，到时候可以做铁站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可以合成。嗯，你们说你们附什么？你们都附剑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斧头的话，它是附效率，只是破防，它不会增加伤害。燃烧一好吗？燃烧好啊。好啊，当然好啊，好欸、超好哎、欸，好东西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你们还要附铠甲。哎、欸，对，太厉害了！现在只有防弹没有用，对不对？防弹没有用啊，因为基本上比较好吧，没有基本上做不到攻啊，很难，太难了。你有攻也没有见识，真的，我们这一队是最完整的，哎，满血然后又没有人死，对啊。可是不一定啊，搞不好我们支援比较，所以才有可能会被针对，所以要小心。好吧，水中挖掘，这东西啊。叫我玩什么隐匿战吗？快一点给我黄金哦！不行哎、欸，我都只有抢拿到那个保护哎、欸。等下，巧克力刚那个反应是挖到黄金吗？没有，我是说给我黄金。你是蹲下吗？有，嘿，有，你现在是蹲下吗？对啊，我是蹲下。你蹲两下，蹲两下。啊，那是你啊！啊啊啊！那是你，就是一个叠对叠的概念。表黄金，一定有人就安心了。表更多的黄金，更多的黄金，表更多的经验值啊！招那个啊，石头，我们的煤炭还蛮多的。我在挖煤炭，同时，我想黄金啊，黄金跟苹果还是缺。好，最少是希望至少一人有一颗。那我先来。挖矿坑，然后来种树好了。嗯，好，好就这么决定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然现在上去也好危险哦，可是待在下面也没有很安全。黄金是要不要出来啊？这真出来，我告他哦。这句话我们来看巧克力今天会讲几次好了。烂地图哎、欸！烂地图哎、欸！烂地图哎、欸！黄金在干嘛、啊？快给我出来哦！你再不出来，我打爆你！你们树种哪边啊？树刚刚哎，我找黄金了，我找黄金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欠嘴？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获、啊、得经验值，这谁的声音啊？我的，我等一下。哇，决定要把背后打，把背后打开。很多黄金。对啊。哇，你现在黄金是怎样？我要摇这里是不是？我要到七个，我要七个。你有种就出来见见我啊！会会我啊！巧克力不要这样，这样很可怜，这样有一点心酸。我今天只挖到一次而已，没有生气。我连黄金，我连钻石都没看到、欸，哎，我也没看到啊。你这样想就好一点了。我跟钻石约好，他们先见我了。蜘蛛叫声，哇，很近哎、欸，感觉蛮近的。付个效率好了。刚刚跟那个土地公在拜拜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的那个我的电话号码，他明天就来找我了。哦，哟，这样有点可怕，有一种那种某型娜的概念。某型娜，养小狗。等一下，哈记，你是在我脚下吗？在你隔壁啦，在我隔壁。好，在你哈记在你脚下是什么样的概念？不是啊，我是那个啦，地洞啦，地洞啦。对，哈记平常在咬的脚下。对、欸，臭、欸，不那么臭。A 的概念。等一下，挖到边，那个是自己的吗？你们有种树吗？没有，我有种树啊，有啊。这个是别人的吗？你们要来看一下吗？别人家，你挖到别人家了，你挖到别人家了，挖到别人家了。我现在你挖很远的话就是别人家。哦，有哎、欸。你去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偷。对，别人家真的、欸。好，偷个。你要小心哦，好，哈记，我跟你一起。好，我看可不可以走到你们那里。好。小心哦！好。哇塞，他们这边，哈基，你跑去哪了？在你旁边啊。不是，他们有种树，看到人啊，跑走了吧？种树很有可能是紫队的那一队哦。你们刚刚是从哪里过去挖的？这个还没消失，他们应该还在不远的地方哦。对，要退吗？退吗？应该是。我没有看到他们从哪边走、欸，他们家都没有箱子哦，天哪、啊！姚，你们是从哪里挖过去的？岩浆那边挖过去的吗？不是，撤！没东西，没东西，我跟哈基检查了，没东西，没东西哦。对他们连箱子都没有，那他们应该是撤，他们应该是移开据点。没有看到人吗？没有好神秘啊！不过还是没有回去的话，把路还是堵一下。好啊。那这一条、这一条就不要好了，这一条就不要挖了。不要让我们回来，还可以按照我们路，轻轻松松给我们来个突袭。下挖经验值啊！我还有泥土，把洞堵起来，有吧？我堵吧。还是乖乖随你，把脑袋的洞堵起来。不是堵了吗？有观众可能是以为你脑袋的，不是，我是说，他们叫我把整条堵起来啊，有必要吗？弄成这样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有堵一些就够了啦。对啊，干嘛、啊？你们好激动哦！我看到明条了，看到明条了。谁的？蹲下，蹲两下。有看到吗？你们是下面的那个吧？那不是你们，那真的是敌人。队友啊，我刚刚看到的是浅蓝色的、啊，在我脚下的、欸，现在蹲两下。也刚有人跳吗？没有人跳吧？没有人跳。对，那是敌人。后面，那谁？那队友啊，姚，你刚刚怎么走？我要带我去阿金的那。这里，这条是不是？好。对，跑，往下是吧？对，然后左边转。钻石！哇靠！夸张。哇！所以哈基你那边状况还 OK 吗？我是一直都是蹲下的，所以应该还好。没有食物了。哦，这个钻石有点猛啊！所以哈基你在下面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是比较低层，我在第七格挖，往回挖。不是吧？又是钻石！这太扯了！你有几个啊？睡了！哇塞，太扯了！两个钻石矿脉，钻石装了。你说钻石块？等一下，那个是有人来了，蹲下了。那是我。蹲两下，确认一下。
一直蹲，一直蹲。都没有苹果，是吗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要支援吗 ？PD 要哎、欸，我想一下哦、喔。不是我。啊、嗯，等一下哈基你在哪里啊？我想去帮你啊。我先叠上去好了。我大概知道哈基在哪。在你们那个一堆矿坑。我确定那不是你，我有看到，你们走要走过来的路。可以去，我觉得这个地形可以去尬一下啊。哈基在这吗？对啊，在这啊。啊、嗯。对，那边真的是两个人。两个人。他们往家里方向走吗？家里很多资源会被拿走哎、欸。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是不敢啊。可是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对，我们走回来。哎、欸，是吗？这里是吗？往走错路的是谁？对啊，这里啊，这里，往这里。哎、欸，是水。你们有想要？14颗钻石哎、欸！14颗？我的妈呀！要人手一把钻剑的吗？要人手一把钻剑吗？钻剑好，我自己先做一把。付了，赶快经验值继续累积。好，那给我一个，我要钻斧。你要哦好，哎、欸、等一下哦巧克力吓死我，你要当斧头帮？哇！没有，我自己拿三颗，其他你们用。好，他自己用啊，对，我自己弄钻石了。急退。你收集到钻石，你可以做个钻石铠甲啊。哎、欸，只要付锋利就可以了嘛。里面还、里面剩7颗啊，那个皮蒂没有吧？皮蒂还没有吧？我没有。那就拿再拿走2颗，那5颗还有5颗可以做。哇，有没有人装备要换一下的？哈基，啊、嗯，我觉得。给比较战斗力比较强的哈基啊，他挖到了，哈基也有实力。然后扔一颗金苹果给哈基。哇，好、哦，堆资源堆到同一个人身上好了，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？哎、欸，我烧黄金，这风险很大哎、欸。哪一个是空的、啊？哇，你们都用走了。哎、欸，烧黄金借我烧一下啊。没有，你就要烧就把那个、啊、石头拿走了。啊，不是啊，再那个啊，再继续叠啊，我们还有很多石头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可以。身上可以带一些就是烧好的石头，这样当你要堵路的时候就用那个堵。也是哦。我现在挖到最有价值的就只有青金石而已。靠你们啊，队友！跟那个钻石已经讲好了，然后都给我先找。好嘛，我就找煤炭就好了，煤炭都是我的。我都挖不到什么好东西。那就做个钻石。那就留2颗给那个皮弟。那我是5颗做帽子啊。我做一把丢过去给他好了，他很忙。我对于今天黄金的表现感到不满。皮弟，这个有泥土吗？有泥土吗？泥土怎么会有泥土？我现在没有泥土。哦，泥土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刚刚脑中第一个想法是粘土，这里。我是有。第一个想法是粘土，想错了。火把还需要一点火，对吗？一开始死亡讯息超多，就现在反而还好。你们有要做铁针出来吗？要啊，可以做。有啊，铁针要总共31个铁，我这边28个，做了才可以继续往上叠啊。我现在22个，这里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哦，有我看到铁都还在继续挖，那我做铁针出来了。像那个火焰剑啊，就可以合成变成，看可以变成锋利二的火焰剑。铁剑可以跟钻石剑合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铁针已经做出来了，你们要摆哪里？那我拿钻石剑就没有用了。卧台旁边。哦，谁敲核心？不是敲核心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保护的鞋子，谁不要的、啊？我不要的，好，没人要。我付看看。变保护二吗？保护二清零二。好，有了。切。所以我们意思要再做一套铁装出来再合哦。对，做一套铁装，而且你要付保护一，这样子保护一加保护一就变保护二。好，没问题，再付。哇，你们都太幸运了，你知道吗？保护我。我刚才放上去3个都防弹哎、欸。
不知道干嘛用。防弹，防弹二，防弹二，防弹二，保护二，好 ，OK。那有个蓝锋利二的，看谁要。我没有，我没有等级哎，锋利二铁剑哦。对，那大家不是都拿钻剑哦，还是要？那给我好了，哎，钻剑给你，钻剑给你，我不要拿钻剑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钻剑也可以合啊。对啊，钻剑也可以合、啊。可是问题是我钻剑。钻剑的话，我现在我的铁剑比较好，有燃烧哎、欸。哦，好，我觉得那个燃烧锋利二的铁剑要留。那钻剑我就拿走了。那个锋利二给我，锋利二给我。叫什么？你把锋利二跟燃烧合在一起。但我没等级哎、欸。我去挖个。挖等级不够。没有皮皮弟自己合啊，皮弟自己合。我差一等，我差一等。然后，六十分钟了，我觉得可以先往中间去挖。这样八十分的时候我们在中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盖我们要的东西。对啊，一百分钟的时候就是已经16×16了。巧克力，怎么了？我八七了。干嘛？怎么了？我把锋利二给弄掉了。What the fuck？ 怎么弄掉了？我还浪费四等线。怎么弄掉了？我把它放那个位置放错了。啊，放错也不会啊。放错的意思就变成说，因为我这把坏掉，所以他就变成在修那一把剑。哦，修那一把剑。对，他的附魔没有叠上去。哎、欸，有这种事？会有这种事哦？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太理解会发生这种事。不是，就是他一个是要需求四等嘛，就是我只是前后颠倒，我想说，为什么变六等？然后我没有注意看。然后我就把它调回那个四等的需求，结果后来它叠上去以后，剑修好了，可是锋利二没有附上去。嗯，照理来说会吧。燃烧剑而已，所以就是只有燃烧一跟截肢一而已。哎、欸，那个啦，截肢跟锋利好像它只会选一个，嗯、对个，所以你位置要放对。我八七的，我去抢娘子了。你哎、欸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截肢啊！我跟你讲，都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有截肢。请问你的聊天室现在很热闹吗？他们就说八七。没有，我的聊天室也很热闹。我的也是哎、欸，什么都没。八七超大的。解释一下，因为他截肢放在前面，所以就不会叠了。要把锋利在前，然后燃烧截肢在后。我没有等级啊！我的妈呀！哎、欸，对哦，你们有在烧石头，那我拿一拿，我拿一拿应该就有等级了吧？啊，我现在先往那个、哦……好少、啊。嘿，你要往哪一个、啊？我先往中心去挖。好，我也是，我是挖第七层。等一下，第七层我把东西带上好了啦。如果要挖的话，还不用带上啊。你们还可以继续挖东西。挖那个树、啊，像那个树木，我们现在金够，可是缺苹果。对啊，我只是先往中心去挖，还要挖很久啦。好，对，还不用那么早移动。好，那记得那个鸡蛋，不能贪小便宜啊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这个？好了，我跳岩浆。不跳，不要啊！便宜没好话。谢罪啊！我们要打的是人类啊，不是怪物啊，截肢没有用啊。啊，人类有关节啊，对不对？有关节就是会有那个截肢嘛。太凶残了，要截肢人家。再做一把，我也没有经验。我们铁皮有足够吗？我好想升保护二、哦。我有些已经有保护二了，你箱子里找一下吧。哎、欸，我铁身上我有19个，我给你好了。你放箱子，放箱子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这是谁的路？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别人的路哦。你找到哪了？看到鹅卵石。趴下。鹅卵石，小心哦。鹅卵石，你会不会是看到我叠的啊？啊，我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树不会长大、啊？是整条的吗？整条的鹅卵石吗？是，它是乱挖型的、欸，乱挖型的。
乱挖乱挖型的，你会不会挖到我的？哦、不是挖到我的，我自己挖的啦。啊，有哦，八七还在那边嘴，说说这个人真的是乱挖，莫名其妙。哦，是我挖的，完全不按张理出牌啊。对，我刚一开始挖烂透了。是有，那这样我附魔附错，我其实也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哈哈哈，不用跳了，不用跳了。OK， 四二过头了，四二九九二。哎、欸，是因为亮度不足吗？为什么树都长不太出来？离开了游戏，就是长很慢啊。哎、欸、呀，刚骂一骂就长出来了，真的欠骂哎、欸！欠骂，欠骂，欠骂的。哎、欸，我刚从那里过来的、啊，应该这里吧？而且我很怕那个树突然爆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树突然爆出来了，欸、会被夹在里面。我觉得我挖到中心点，可是却没有看到峡谷。你中心点了？四三九九二啊，差不多吧。哇！快啊，苹果，快点啊，苹果，苹果！我们要跟他们去中心的吗？所以你们现在还没，还没，我还在努力挖。我们现在看可不可以挖更多的铁，我还需要更多铁。好啊，我身上还有四个，要不要？我放十九个在箱子里了。没有哎。好。对，我们好像在挖迷宫哎！天哪，我们在干嘛？边界在缩小了吗？边界应该在缩小了，对。对，在缩了。哎，那个是蹲两下，蹲两下。啊，自己人。赶快啊，树赶快长大啊！哈基附层，哎呦，我挖到地表，我先读起来。那个附到封的，把等级附成书本啊，附魔书是要有书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没办法。然后强加在斧头上。你要把斧头附锋利吗？没有啊，那没有那太科学啊。通常有书本就当然是拿去放出来啊。树要乱种才会大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也不一定吧，也不一定啊。可是树不是种集中种一起？哎呦，这谁？哇、哦，吓死我！摇。啊，抱歉。抱歉。可是我记得树不是排一排种，它不是会对啊，还是会长啊。都会长啊，只是都会长啊，怎么样都会长。对啊，不需要分开啊。项目没有空间限制啊。哦、Jamie， 感谢订阅。谢谢你的订阅。还是不要太早挖过去好了，我怕等一下挖到别人通道。我那边已经有挖好一条了。我是觉得亮度不够，所以它素材不会长。等一下可以走我那条。我们把它插成拜火教。拜火教。火把大吗？还有没有火把？插一下。哦，你们这里哇塞。插满满的火把，你看看，插下去真的会亮哎、欸！看看，真的长出来了。看我们把弄风力一加风力一会变风力二吗？会。对，好。那我们就把它合起来吧。哎、欸，吸到你身上了。嗯。那把钻剑。钻剑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他说会长，但是对哎、欸，干嘛？吸啊吸去。铁、欸、针呢？铁针呢？谁把铁针打掉啊？铁针，铁针为什么不见了？爆了吗？有那么快吗？有吗？铁、欸、针会爆？会啊，铁针会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这么快吗？有快吧？我们之前全员弄都没有爆，你们是？哎、欸欸，为什么会爆掉？他去哪了？用太凶的话是会爆啊。苹、欸、果，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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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用到爆过、欸，哎，就是在月星上。我从来没用过爆。哇塞，为什么？快！太扯了吧！不是我，我离超远的，不要说我代赛哦。铁不够了，铁不够了。我离超远的，这次我身上只有七个铁而已。哎、欸，我真要把两把锋利的合起来、欸。我有两个保护的衣服要合，这是惊喜哇！对啊，没关系，那个看有没有办法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绿队哦，在哪？在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这一条过去，在下方，有没有看到？是哈基这哦，这里蹲下蹲下哦，下面有 ID，、啊、上面有 ID， 下面啊下面前方、哦、下面，哦有不知道是死路两个对，哇、哦，
还是我们整装可以出发了。你看有没有看到那 ID？ 有啊有啊，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苹果，我这边有两颗苹果。我这边有一颗。黄金放宝箱里好不好？我按到 Q 了啦。你的 Q 真的很不听话。然后每个人我做一颗金苹果了，我还剩下一个金锭。每个人身上可以多拿一些石头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往上。好。然后每个人都要至少有一个水桶跟那个岩浆桶。岩浆桶我就不拿，我拿水就好了。我拿水就好了。你们还有铁吗？我还有三个，还有14个铁。那你放宝箱，我看凑一凑。有办法再弄31个出来？那31个太耗太凶，耗太凶了。我28个铁了。等等，好，等一下。减三嘛，现在减三嘛。金苹果你们有吗？我这一颗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有一颗。哇，就我没有，没关系啊。还是你我的给你好了。没关系吗？等一下等树掉啊，等树掉。不是因为我的装备没有很好，我装备没有很好。我放在箱子，你自己拿。好。那个伙伴，不要再弄坏哦，铁针。哇哈哈！天哪！哇，清脆的声音，锵！看一下，我觉得我这样装备应该够了。我们刚有用很凶吗？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哎。我觉得用蛮凶的。你觉得还好？皮弟，你有等级吗？我就一等而已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东西你们拿就好，啊、因为我这次要当那个打火机魔法师，我要到处放火。还有青金石吗？有，我身上有5个。对，放一下宝箱好不好？好。哎、欸，还有这么多个？38个，我把一半放出来。拜托的就是保护、啊。我们围着这苹果树跳舞好不好？感觉它会在长，快长大。哦，有了。大，哎、欸，真的，看，哎、欸，摇过来就长大，快来，快继续接力过来就会长。摇过来就长大。跳舞，快长，快点长。跳舞。感觉这个还会再掉一颗哦。有啦，苹果够了，现在反正是金不够了。哎、欸，打树叶它会掉苹果吗？会啊！现在两个人的是哦，绿队啦，小克牌跟雀巢。对啊，绿队。唉，怎么都没有苹果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不要站在树上面，有点危险。哦，好。他等下突然炸开的时候，你就会被夹在里面。各种矿。我可以先把那个岩浆那个弄掉了吗？我觉得岩浆可以。不用留了啊！你们都有捞一桶了吗？都有捞了，我就用掉了。我是没有，我只有带水而已。我也只带水，很危险。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带岩浆。我看到紫队喽，在前方左下角。哎、欸，看到了。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行动喽。好啊，行动啊。对，可能要行动了。他们感觉是往我们就挖过来了。对啊，好，那些你拿。那哎、欸，你们还有金？你们有金锭吗？没有了，只有一颗。他们蹲下喽，那种树，种树用处不太大。嗯，我确定他们蹲下了。好。凤凰还拿走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我只有衣服跟鞋子有保护二。身上每个人就放拿好多石头，我们要，然后要去盖家，要盖长城就对了。对。都带走好了，都带。就是留个几个就够了。我们可以做红石机关。确定吗？哇，我们这队真的树大招风。好。好，哎、欸，那等一下还可以种田。跟我走。好。我来。有印象。这里。蹲两下哦。蹲两下。有，跟巧克力走。先走，快走！你是用走的还是用跑的？哎、欸，我们那个左后方有一个人。回，我们那个最后一个人记得堵一下路哦。好，稍微堵一下就可以了。哇，已经有人在地面喽。左后地面了。嗯，这边要稍微绕一下圈圈。他进你后面那个追过来了，要小心。到了，这个打开就到。上面喽，我们等人到。好，等人到。这个上去是峡谷，所以还在峡谷的最底端。好，最底端。嗯。
会不会太危险？哎、欸，是天黑、欸，哈基现在怪清了吗？哎、欸，八十分了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还没八十分，六十，还没呢，还没。那先不要上去吧。好啊，平挖吧。对啊，等八十分再上去。那我们要不要去二十层那边挖黄金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二十层这边二十八，那再往下八个。好紧张哦。好紧张哎。对啊。啊，铁镐。好，应该还好吧。哇，老皮那边在激战的感觉。哦 ，OP Channel， 他剩几个？我看一下。他有吃了，他有吃金苹果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会有那个两颗爱心？他吃这个金苹果啊。那所以代表绿队跟某一队打架了。为什么会有那个声音啊？哎、欸，姚，你挖过头了。我挖过头了。对。怎么了吗？不是二十层吗？你挖到。我是想说没差。OK 啊，都可以啊，反正我们等一等八十分就上去。对啊。怪物清掉就上去。好。哦，我没有火把了。我有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合照，身上有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挖到别人的矿坑了。我再观察一下状况。挖的时候随时回头看一下啊、哦。嗯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打架的话，你们要打很激进吗？如果说被关到那个牢笼里面的话，还是说就是等他们过来找？我觉得呢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各有风格啊。各有风格。可是我是想说，四个人集火一个啦，就是不管其他人接触还是怎样，我们就集火一个这样，就是说要打谁这样。其实我觉得很难，因为一开始已经是混战，混战啊，混战结束之后可以再来集一下。一开始我会往正中间冲，然后我会倒水，就把、啊、把那个大家我一定是往对方身上去倒盐这样。现在还有人在做基础，是哇塞，阿尼，那是阿尼，阿尼他新手，但是他的新手运很强。没有，他真的是很强，他你看他低调隐藏到现在。OK， 假新手，假新手，还有铁。如果是到最后，其实有人也可以像小白一样，就把自己关起来。关起来。我在想，我刚才本来想说用黑钥匙，然后挖几个黑钥匙。没有，其实我有一个想法、欸，就是我们，那是自己人。没有，我想说用 1.5 格高或2格高的东西把自己关起来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就例如说什么栅栏、石墙那些。可是万一说他有岩浆呢？我没有水啊。哦，也是可以哦。对啊，要试试吗？我会带仙人掌过去，先丢两个。哎呦，又有铁了。可是仙人掌的话要插在沙子上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在挖黄金哦。对啊，好像挖不太到。铁。哦，峡谷哎，知道我有故宫。也没据点的。会啊会啊，所以要等，我们才要等八十分啊，不然我们上去会早死啊。蜘蛛，那个是 Enderman 吗？哦，不是。啊，那我就去挖钻石啊。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我们没有计时间，不知道还要多久才八十分。他会跳通知出来吧？对。会跳啊。对，会跳通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感谢怀念。你又挖到了。你挖到什么？八十，哎，太夸张了啦！哎、欸，我真的在下面晃就好了，我不要上去了。What the？ 好了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个钻石这么多，如果你再拿不到冠军，我都要吐你了。你要不要是要不要做钻石凯啊？钻石，来啦，哈弟，你就全套钻石了啦。一个只有裤子没有，我还差一个钻，再一个钻石，再一个钻石。对，
对啊，他一定会给你的。我就看你到时候穿着全套钻石装，然后就还打输，那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啊。真的会很紧张。钻石口袋哈基，钻石口袋，这哈基好像没有了。二十层有点太紧绷，我们要上去了吗？没有，八十分，八十分。好啊，好啊。因为现在不上去是因为有怪。嗯，好。对，我们要等到没有怪。快点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聚集。集合。已经没有怪物了，有小鱼三。谁那么讨厌？我在高度28的地方哦，就是我们刚下来到一半的地方。对，先集合在刚刚那里。嗯，钻石。哦，有到。我也到了。你们还没有铁？等你们两个，等你们两个。铁镐快坏掉了。铁镐我直接给你好了，我也没有要用啊。好好。在我这。有吗？还开哦。给你，快点。好 ，BD 走了。好，走。啊，跳不上去。啊，不要挤我。是谁？好像我们是先的。附近有人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先走。好。好。小心弓箭。各自直接垫高上去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要直接垫高了吗？啊，直接垫了，直接垫了。好，垫。因为你如果抢到制高点，就可以一直到那个岩浆下来。确定要点哦，小心弓箭哦，真的要小心哦。对，手上要拿盾。下面是谁？我还在被铁给吸引。好铁哦，小心边哦。哎、啊，不管，大肋骨而已啦。我的滑鼠没反应了，靠杯。钻石哈基，你白痴啊！电要小心哦，不要跌到哦。滑鼠，不要啦！有人上来了。谁？赶快，钻石哈基，赶快回来！那是我吧？有了。不是，你们下面，你们正下方。正下方是我，旁边还有敌人。没有啊。有啦，正下方啊。你确定不是我吗？不是，有人也在叠啊、另一边有人在叠啊。对啊，另外一边有人在叠啊。另外一边三个人呢、啊？他叠的有点高，可是我们才是正中心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那我们要再高吗？我的位置要再高吗？看一下。快！看可以比他们高就比他们高啊！可以比他们高就比他们高。看，我们现在连在一起做个平台。做个平台，太扯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石头够的话就一直叠啊，就一直叠吗？绝对够。没有攻，基本上都不会有人有攻啊，因为真的很难，除非你可以找到地牢。这地图太穷了。不会啊，反正如果等一下，万一他们真的把攻亮出来，你掉下去了，赶快水桶对地板按右键，就不会摔到了。我们的地轴可能还要再移动哦。好，43992是中心。他们停了，我们要比他们高吗？他们停了。高啊！当然比他们高、啊。你等下，你们有食物吗？有，没问题。完蛋了，我快饿死了，我现在还发现。不，等一下聚在一起可以给你食物，我还有。比他们高哦，比他们高哦，好累哦。OK 吗？要到200层了，你知道这多高啊？等一下，我还可以再高哎。聚在一起，我们先聚在。他射箭了。小心要射箭哦！举盾，你盾可以一直举着就没事了。嘿，皮弟，他射箭哦！你要盖平台出来了吗？他在瞄。你们在下面，可是我在好高的地方哎！你们要上来吗？没有，我先盖一个小基地。我也先盖一个小基地。他有在射箭哦。对。有吗？为什么我看是没有啊？他只有一支箭而已。倒水下去好了。等一下。是哦，是谁帮我叠的这么好？我叠的。他应该也只是放冷箭而已吧？对，他没资源的啦。你们到我这高度了吗？没有。我在你后面。你要我们用油上去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怕我先倒水是怕说等下我万一掉下去的话。好，992是他们那个点吗？92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比较靠中哎、欸。
好，他们比较和谐。先给我食物，先给我食物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小心推挤，小心推挤。来，我给你三个烤羊排。是。后面，在你后面。好，我觉得他进你们那个啊，多垫一点大平台好不好？垫的大平台。那我们这一层要不要继续扩张？不用，我觉得我们就上去啊。这一层跟他们是同样高度。哇，这千万不能放开啊！去我的，现在放开就还有水桶可以自保啦，悔恨终身啊！皮弟，看在这个地方垫高，有没有？前面会挡住，他们都射不到我们。好，睡。然后我们再上，我们再上去开洞就对了。怕的是他们万一偷过来，我们。那个上面的小，我要开个路哦。好，好、哦。你们有看到我的 ID 吗？有，直接上来，直接上来，没事。哦，开个两个哦。好，没事。好，走。好，上来。OK， 呀、yeah。是，Nice。他们要提更高了啦。啊？要提更高了。我们也可以再更高啊？要吗？不用了吧？我觉得。这么高干嘛啦？我觉得你们身上有线吗？你们身上有线吗？没有，不太可能有那种东西啊。只有箭矢，还要高哦。不用，我觉得不要了。哦、我有惧高症。我也有惧高症啊。可是你不再高一点，等一下他们就会压过来。好啦，你要高的话，那他们可以盖过来我们这里啦。哦，那你要附魔、哦？我附魔一下。登高望远。因为重点是最后的时候他们会要来我们这里，嗯，那如果我们比他矮的话，他就可以盖过来压住我们。所以要再高吗？我身上是石头，还很多组，非常多组。我还有八九，我快要十组吧。我也是，二三四，那我算少的。巧克力你够吗？我是还有啊，我还有木头，等一下我还有木头，还有64一组的那个原木。那你们还是要做梯子啊？梯子哦，木头够吗？够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够吧？我这边还有一组原木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这边一组原木，原木哦，注意是原木、哦。我也是原木，而且我还有带树苗哦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就来种吧。那这可以盖个那个吗？附魔台。附魔台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盖比他们更高。你看他们现在在那里盖平台，我觉得是好事、哦，因为我怎么样都记得是我们这里啊，不是吗？哦，嗯。对啊，所以他们等一下一定边界压的时候他们会过来。那如果我们比他们高，就可以弄他们了。好，对啊，他去附魔台先弄一下，我还有欠脚胶。好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怕。好，出来了。等一下。然后铁针也收一下。可以安全。打掉附魔台。来，他去铁针。放个铁针好。皮弟，你的箭台是锋利一吗？燃烧。我有一把锋利一的给你合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不会再不行啊，他有截肢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把锋利放前面。不是。你我要合要八等，等一下我要合我要八等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那个现在要等级很高了，算了，对啊，因为他现在太高了，没有耐久度，那你少的，你把风力给我好了，你把风力，风力给你好，我丢地上哦，嗯、好，你在盖八七哦，你看，What the fuck， 哇，你这样 OK 吗？87。盖个八七是怎样啦？他们连过来了，要叠吗？要叠吗？他们就要连过来啊，所以我才说一定要盖高。那我们就先开叠了，要叠了吗？皮弟够了，够。随便盖，放个水。我怕的是他们。好，你放水放那 OK， 这样我被射也可以。更高啊、哦！记得254就停哦。254。为什么？因为256最高上限256。我现在254。我在250。我刚跌到255哎、欸。我刚跌到255。可以停的吧？255我还把它挖掉。巧克力，你上来好了。那会累个，就是那个会哇，哇，
被挤压下去。抱歉，我还有水，我还有水。天哪！开出我们的平台，我们的然后墙壁作战平台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他们还有在挖钻石，哇哦！哇，现在还挖钻石，好点可怜哎。六八，天。要推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。我再往前盖一小格。他们又来了，他们又叠了，他们又叠了。对，他们也想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最高不是就这样子而已。这样子，最高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等一下他们要攻过来吗？会在空中相撞。哇塞！先盖个墙壁，免得他们有弓箭。好，先盖墙，先盖墙。他们要挖出，他们要挖也要有时间啊。他们等一下一挖破我们就打他。他们没有在往上叠了，这最高了。对啊，这最高了。哎，那个，有种就来。要示威了吗？示威，示威啊！他们是哪一队啊？不知道，红队吗？穿成这样，其实我也认不太清楚。鬼鬼啊，红队啊！鬼鬼红队，法师。他们有附魔，可是你看鬼鬼没有附到，所以他们附魔比我们弱。好。哇！哈哈哈哈那个平台要小心哦。好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好紧张哦！对啊，现在好像天空突袭战哦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了？基础了，基础了。啊，这样。原来你才是藏最久的、哦。哇，刺激哦！再盖一个八七，不用啦，八七只要一个就够了。你身上都是鹅卵石哦。烧，你要不要？你刚你给我烧好不好？我也是鹅卵石、欸，我也是鹅卵石、欸。拿去烧一烧。那我把那个木桶拿去。哇！挡住他们可能有弓箭，没有啊？刚不是都没有在射了？真的要让我们下去，早就下去了。塔有攻你们要把墙盖在哪？你们要把墙盖在哪？我觉得我可以这边盖一栋房子。要不要盖个墙啊？我觉得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叮。然后他们，哇，最大为25。你们身上都没有金锭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这边只有一颗金锭，但有两颗绿宝石。哦，不太按到，吓死我！不大，不大，绿宝石苹果。哎，那个后面不用再盖啊，哈基，这边是边界外了。哦，你就盖个那个啊。哇，最高256而已。对啊。对他们在那叠。我想说盖个房子给他们看的。哇，盖城堡啊！哇，盖城堡啊！来种树哈，种树啊！我就觉得我们这城堡越能够往他们那里走，越刺激啊！那因为代表他们到时候要过来，我们就是可以打到他们。对，我先帮他连。你们要往地上倒岩浆了吗？其实不用嘛，根本看不到最下面。好吧。哎、欸，那个一直在扣血，巧克白，巧克白。啊，肚子饿是不是？我不应该不是吧？哇，阿金也在扣血，蓝队在扣血，蓝跟绿撞到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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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、哎，烧、哎、死，烧死了！是谁？巧克白。哇，雀巢剩一个人。孤零零，哇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雀巢，雀巢也在扣，雀巢死了，雀巢死了，雀巢跟蓝队打了一起，鸟，哇，哎、欸，走，过去跟他们打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现在没有，跟你讲，中心点。应该真的在我们这里吧？好了、啊，没关系，反正等下他们自己会被压过来啊。对啊，他们应该要，他们会被迫前进。盖一下，我们还有食物吗？为什么感觉有？我还有八个猪排。为什么感觉我们右边比较那个？我记得我给的坐标是正中心啊，992是正中心。对，992是正中心。992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这边是正中心。16×16的话。左右是加八，对啊，
所以八格啊，他们我们这里中心點過去八格。你丢什么？你丢什么？你丢什么？素描啊。哦，那我丢什么？我把斧头丢下去好了。我红石，我红石，我红石。那个应该是老皮吧？他们最后那边那是老皮啦，老皮在那对面的、啊。老皮，老皮在对面啊。老皮在对面对阵是老皮啊。哦，对，没错吧？是吧？红队，红队 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老皮啊，法师，你这两个是你要这样过去，你这样过去。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再多盖一点过来而已。哎、欸，你回来一点，你就引诱他，他们盖过来的时候我就倒水。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帮帮巧克力看一下。我这是康庄大道哎、欸，拜托。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了。他们想放仙人掌是不是？他们要放仙人掌哦。仙人掌，太可爱了。我家那个蹲下按的紧紧的、欸。哇，我跟这个在一排，然后尿尿尿尿。如果真的过去，就跟法师交锋了、欸。我们两个人。欸、是985，他们等一下一定要过来啊！这就是我们的作战平台、欸欸快快快。四个人在一起尿尿，快快快快！快点，四个在一起尿尿，快点，快点，真的要尿尿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好，三二一，一起虚哦，好，好，三二，哈哈哈哈，在干嘛啦？等一下，我尿完了，我尿完，平尿，平尿了啦，平尿了，你不要等下尿，你们尿血尿是不是？青金石，我青金石，哎、欸，你们青石有用吗？不要再扔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下面有人了、啊。停战协议，谁跟你们停战协议？他等一下过来我就倒水。我们不懂中文啊，那个看不懂啊。你们要签合约啊。他们过来，过来，他们过来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过来，准备过来，准备啊，准备啊。岩浆啊，还是哎、欸，你们第一个直接用砍的，直接砍的吧，直接砍的。砍的砍的，我点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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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要点火？应该不用啦，他们要过来了，他们要过来了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交锋了，交锋了。他们有些人想要放岩浆、哦。好，先阻止放岩浆的。我倒水，我倒水。好，还有另一个是可以那个挖他们脚底板。哦，好。他们该过来就把他们脚底板挖掉。好紧张啊！他们还有输过耶，有输过耶、欸，他们往下了啦。啊，他们被边界比被边界挤了。哦、oh, ，要过来要过来了，下去了，他们一定会过来啊！哇，来吧，紧张刺激啊！我直接砍哦，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了，我就砍了。哦、oh, ，TNT， 他们有 TNT， 他们有 TNT， 我的妈，真的假的？怎么找到的、啊？他们是找地牢吗？他们去那个遗迹是不是？地牢、哦，哇，好恐怖哦 ，TNT 哎、欸，好猛哦，哇 ，TNT 都出来了，怎么弄到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直接把铁镐扔掉，接住了，接住，谁把铁镐扔？我扔掉了，我八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PD 终于到这时刻了，然后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一个要过来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是想下去吗？不是啦，我把他倒水了。哇等一下，他们脚底挖，他们脚底小心被倒哦。他们也挖到我们脚底，对不对？他们要被挤死，他们要被挤死了。就让他们被挤死就好，我们让他们不要过来，就想办法让他们不要过来就好，让他们自己死。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他想挖、欸、我的水，我的水，我的水不见了。霸气，霸气。我点火，我点火。扛受，不是那蹲下一直按着哦。你看他们要过来，必须要先阻止他就好，阻止他们，阻止他们。对，一直挖就好了，只要挖就好了，只要挖。对对，阻止就好，阻止就好。他们是点不到我们的，这是最远的路。好，他们要自杀，他们哎、欸，旁边有人，旁边有人，旁边有人，旁边那个先打，旁边那个先打。小心，小心推挤哦，小心推挤哦。哇塞！哇，我们只顾正面，没有顾到旁边。我嘞 ，DDoS， 哈基你要干嘛？哇！真的假的？漂亮漂亮漂亮！好，刚才是浪费，拉进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哎、欸，掉下去了，浪费了，浪费浪费了。哎、欸，小心会推挤哦，会推挤哦。好 好, 好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好, 好，我先回去。我们有水吗？我们有水吗？二，各顾两个，各顾两个。他们要被挤了，他们要被挤了，要被挤了。有，他们要被，
他们有些人想要跳过来，他们想要跳过来，来了来了，死了死了，过来过来，他过来了，啊，看看看看看，小心小心小心，火打掉火打掉，倒水倒水，先倒水先倒水，谁谁谁，剩那个，剩这个，就剩一个，就只剩一个，他掉去掉去，死了，等一下他下面说不定有水，有水有水有水，他下面有水，那没有水。水都掉，水都掉。大家血量如何？大家血量如何？我扣半格而已，我扣半格，我扣半格。漂亮，半格半格半格。碎碎碎碎碎碎。我扣两格，而且我拿到一个金，我拿两颗金苹果。漂亮漂亮。哇 ，nice nice。先吃一颗，我先吃一颗。好好好。不用不用，先吃不用先吃不用先吃。没关系，他有两颗啊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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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这样。那谁要谁要谁要？姚姚姚有没有金苹果？我扣半格，我有一颗我一颗。那我先吃一颗，我两。四个人都有一颗是不是？对，没有你可以你可以留着，因为。等到我们现在只要到最后决战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最后决战的时候吃一颗金苹果会补两滴血，加上两颗保护。是啊。所以你到时候等于是最后开赛前先吃就是满血。最后挑却是最后挑却是法师嘛？你还可以留一颗以防到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。好。哎，法师跳去了，他活了，他活了，他还吃苹果。好。那个我们这边可以要挖个小洞到岩浆。好好好。来，你都走在我后面哦。挖个小洞看看。好。下面有人吗？他们要上来了。看不到吧？哪一边要上来？有有发光，有发光。哦，有一边要上来了，有一边要上来了。这边这边，左翼左翼。哇，法师有点猛哎。等哎，我现在有一颗 TNT， 所以等一下一开战的时候，我会在正中心放 TNT。没有，其实你现在可以放，你现在可以放右下去炸他们了。啊、对对，你现在你放边边，他掉去。空降 TNT 啊！给我，你不要挖我脚下。你不会放给我，不要 TNT 给我 ，TNT 给我，快点快点。TNT 会不会在中途就爆炸？给我，没有，你现在炸他们就好，他们已经在边边啦。打火机，你有打火机吗？刚不是有人有？不要退局哦。我放在这边嘞 ，TNT 我放在这边嘞。在哪里？这边啊。要放这边吗？我觉得直接下去炸他们呢。下去炸他们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你在中途他就会爆炸了、欸。不会这么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没有，我觉得先等等啊，快到的时候再放。好吧。他们还是说等一下有人爬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放一颗 TNT 下去。这边已经可以，不然这边倒岩浆啦，看看你们，我都可以。继续倒岩浆。各个洞就倒岩浆。这里啊，左边你们要倒吗？他们已经在上来了、欸。刚刚不是倒了一桶下去了？有吗？还有二十分钟进行 PK。这边没有啊，这边没有倒啊。我是在皮地那里倒。哦，这边看要不要倒一下。我没有岩浆。这里 是你不能拿岩浆。哎、欸，那个铁针在哪里？有人有放出来吗？有有有，旁边在哪？熔炉那里，熔炉那。不要再放，已经过不去了、啊。过不去了。对啊。哇，忘了收。哇，不要再放流体了，谁管你啊？我有历史哎、欸，要跌下去吗？我要跟你讲说，上来绝对不会害你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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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会。你们是岩浆作战区啊？阿金，你小心一下这里哦，我想要让那岩浆留大一点。好。哎、欸，最大高度，我岩浆都被吞了。哇！被吞了。那要 TNT 下去吗？啊、我这里阿金，你还有岩浆吗？有。我还有一桶，我还有一桶，还好我当时装两桶。哇！法师被杀了。哦，是啊，哦。红队也灭了，红队也灭了。我们剩三队了，剩三队，剩三队。对。魏蜀三国鼎立了。哇哇！他们在下面打架。有烧到吗？他们岩浆。没有。确定的。正中心下面，我看一下正中心下面。他们在这边，我注意要我脚。反正现在你要放岩浆，就在附近，就是垫一下，这样我们捡就会小心一下。等一下这里有人上来吗？哎、欸，也有人呢、欸。对啊，好啊。他等一下都爬到一半的话，我就把 TNT 丢下去。好好好。不过他们应该是不会上来的吧？他们应该也是等要打差不多才会过来。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样？怕你刚好往后走。没事没事，我按去不了。放那个岩浆，就是像我一样在附近垫一下、啊。有没有这样垫一下啊？垫一下啊！
这个终于有那种冠军的感觉，二总算世界连世界加在关键时刻、啊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对啊，关键时刻，关键时刻啊，哇，哇，好感动哦，还不用感动啊，还有最后，还要努力的。OK， 至少我们现在80%，80%，打架打起来，谁打？谁打起来？还是他们是互挖？互挖吧，互挖吧。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多挖一点那个洞，然后一直到岩浆下去，总是会有干扰的。青金石，在干嘛啦？测高度，测高度。哇，铁针弄不到哎、欸，可恶！我这边还有一个保护衣的帽子，本来可以合一起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有锋利，你要不要？不是、啊，我要保护啊，锋利我也有。我的帽子居然有什么、啊？你们这走路自己小心哦。洞基本上我都是垫要这样子的。好，不要引燃那个 TNT 就好。这里要小心一下。快点上来啊！快点啦！点上来啊！那招好强哦！这个是怎样？感觉左边扇形的，左边是不是比较接近一点啊？两个人顾一边好了，两个人各顾一边。然后哈士奇你也可以再倒啊，就一直哇，一直想办法倒死他们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超屌的、欸，这个你们这个怎么想出来的、啊？怎么想出来的？我靠，这掉下去的岩浆是扇形的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它会扩散啊。你要不要来我这个位置倒哈基？我这个位置是没错，是有点是流体放太多，伺服器确实是稍微有点那个。现在会那个吗？有一点点，稍微有点顿顿的。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还好啊，一点点，还可以啦。嗯，不晓得有没有烧到他们呢？好像要哈基你这边正中心的地方。TNT 先拿起来，可是问题是怕掉下去了。对啊。然后有人讲说TNT 还我好吗？TNT 还我好吗？我要打什么？贵的，贵的。两千块。哈哈。然后走开。好。哎、欸，他们听到了啦！我刚听到那个皮垫。没有啦，他们说有观众跑去，没关系啊，这个是打那个趣味性的，的比赛。我已经有垫高了，你不要骂鸡哦。只要是垫高的都知道要小心一点哦。我还是不要懂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们好像合作了耶。合作？嗯，他们好像合作了。没有人在合作的啊。不可能，那他16×16，而且走来走去这样都没事，我觉得他们是合作。有可能是那个、啊、高低差。是吗？搞不好很近，嗯、高低差。還比方说，因为剩下三队嘛，其实如果你在地里的，一定是不会有事啊。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刚好两个都在，绝对安全。他们刚好都在地表，然后我们在空中。嗯，所以也没有三权鼎立啊，就我们最有优势啊。哦，我好想要看那个第三视角、哦，就是可以看到那个。對啊，就是看他到底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，真的很想要。我更想要空降下去啊！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水吗？重点是有水吗？我有水啊！我有水！哇！哎、欸，我们水聚集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弄个无限水源。好啊。对啊。你放哪一个啊？我放角落。好，放角落。好，有了。无限了，无限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收一桶、哦。还没无限吧？他为什么在流啊？有无限的，无限的哦，角落无限，角落无限，好，也有都烧了，都烧了，哇！哦，赶快打，赶快下面赶快打，要不然就爬上来。下面打起来啦，下面打一打。还是我们岩浆先不要倒，有打哦、先不要倒岩浆好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先把他们引诱上来，就好像没有岩浆一样。可以讲，那岩浆已经倒一堆下去，很慢的慢慢往下了。他们都没有被烧到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他们应该会够聪明的，然后会盖屋顶。岩浆都被吃掉了。哎、欸，哦哦，
假装没有岩浆，假装没有岩浆。我要大叫，我要大叫，我要叫给老皮听。我靠，岩浆不见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把岩浆吃掉啊？哦，哎呦，好险！岩浆不见了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垃圾！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法师还是凡心在说话、啊。法师吧，对，我听一下老皮讲什么，听一下老皮讲什么。没有没有讲话，没有没有没有骗到，没有骗到。可恶！对啊，两队快打起来啊！他们是想凹到传送吗？我觉得，我其实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被集火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对，好啊。那他进的就那个裤子跟脚是，已经岩浆有倒下去，要不要先把洞堵起来啊？这个也可以啊，我就觉得补一下，补一下，真的怕自己失足啊。安安稳稳的等到。那我把那个 TNT 丢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。你有几颗 TNT 啊？我只有一，我捡到一颗而已。就只有一颗，好啊，你就点吧。好啊，你就点他，你们来点，点他就自己下去了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在他们正，没有在他们正上方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放过来一点啊？我真的觉得风图就会爆了吧？那我引燃哦，你们撤退一点，我怕等下失手。不会不会，你就点他会掉下去，你右键。我是点直接点 TNT 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没有在正下方啊，这颗感觉会浪费掉哎、欸。对，会不会浪费掉？可能我们要往旁边一点。对，往旁边。你打掉你那个也换不了位置了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我来啦。那我走远一点，我走远一点。不是啊，哎呦，我吸到了。哎呦，我有。那给你玩，给你玩。等下打火机给你，打火机给你。好，打火机给我。丢水里。啊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一打就收走了。他们在哪？沾水还是一样可以用。他们在哪？很远呢。很难呢、欸，试试看嘛，试试看嘛。这个吗？这个洞啊，我觉得这个洞差不多哎、欸，这个洞。这个吗？我这个吗？这个。我真的觉得中途会爆哎、欸，中途会爆？真的不会吗？会，我觉得会，一定会。我觉得我这个哎、欸，感觉就正下方哎、欸。OK 啊，我们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好啊，我点喽。好。那就它不会掉下去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有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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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啊，我把它打掉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可是为什么刚点的没有起来啊？你打掉哦！我刚点没有起来，我刚点没有起来哎、欸。雷、欸！不是我刚点它没有起来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等等等等，好，不要推挤，不要推挤，这下我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，他已经打掉变石变那个了物品了，被烧掉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不要让他们捡到啊！下面是岩浆啊，下面岩浆，但是你捡不到。啊，虽然下去很慢啊。哦，雷神哦、欸，不是啊，他真的没有烧起来，他没有点燃，他没有点燃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没有点燃，你可以换个方式，不用打掉嘛。我们没有，我刚刚想说把火打掉，就他一起下去了。我们可以用按钮啊，我再做个按钮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要往好处想，至少不是炸到自己人就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我们还有赢的机会，还有赢的机会 ，OK，OK，OK， 好好好。他说，他说。因为摇按住 shift， 所以点不起来。哦，会这样子哦、喔。我也不知道、欸。那这个先还你，这先还你。好、欸。你要不要下来？这边我怕下面是空的。他说他叫我们不要再倒了，会杀不到他们。没有在倒了，没有在倒了啦。没有倒，没有倒。没有倒了哦。有在倒了。你说岩浆被吃掉了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你们把洞全部堵起来。对啊，我在洗澡。没有沙子做玻璃。哇，真的好刺激哦！要上来了吗？要。在那边等20分钟哎、欸，我真觉得不要拖20分钟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想拖20分钟哎、欸。那我们下去打他们、啊。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、啊。走了，我们下去打他们了、啊。不要吧。我有两颗金苹果哎、欸，拜托。因为下去的话，他们有地力的优势啊。比方说你这样，你一定是从水路下去嘛，他只要打你一下，你就被打飞了。下去，对。
那我们下面状况长怎么样？何况如果他们还有那种锋利的，对不对？击退的就会被打更远。大概还有六分钟左右，还有六分钟，那我们就怎样？先来发呆好了。我们要发呆六分钟吗？的话，可能就要走边边，有没有？嗯，因为你边界就算被打，你也飞不到边界外。走边边嘛，对不对？多台前啊，真的啊，好久啊、哦！偷看一下，我觉得最后20分钟太长了，10分钟其实就够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因为该打的就会打，你没有打到的就真的是打不到啊。哇、哦！没有，他们打起来，打起来了。哦呦，被烧死了！有烧到、哦？要下去吗？我觉得可以下去。哇！走，我们下去。我觉得不要、欸，等要等传送吗？真的吗？六分钟哎、欸，剩六分钟而已，我们忍一下。对，忍一下。不行，不行、啊，我忍不住，我好想下去看啊、喔！蓝队剩两个，分两队啊！我跟皮弟下去啊！真的假的？你们真的要下去？那我先吃一颗金苹果，我先吃一颗。不用先吃，你听我号令。哇塞！我看着水下去。哇塞，还真的下去了！还这边还有一个地基，还不用怕、啊。还要降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先看一下。我下去了。哇塞！而且我们水是中断、哦，我们水是中断的。后路中断了。我去捡 TNT， 我好像看到 TNT 了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你捡回来，借我放一下，让我弥补一下。阿纪。刚刚那个水的地方，你再放一下，好吧？等到开赛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收走，让我们有后路走。好，是放着还是放一？哦，放就是放着水，因为我们现在下去还不确定状况，如果状况危急的话，我们再游上去就好了。好，对，我们这个可攻可守啊。哇，可以啊！这个比赛就是要打这样才精彩啊！哇，空降兵，小 K 我快到了。看状况如何，打直接看得到人吗？我知道为什么烧不到，因为有个平台挡住了。那我们站到那平台上再吃金苹果。可以。嗯，感觉他们有在想要努力的互打。哇！我觉得甚至可以在那平台上看要不要到岩浆或者怎样，从我们上方嘛有这个高空的优势。我觉得哈基他们可以下来。真的吗？就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下，因为这边有个平台。真的吗？下去吗？下去吧。好恐怖哦。可是那个你就顺着水流慢慢走就好了，不用动。好。你们不要往下跳哦，因为我把那个水的那个宽度挡住了。对，是这里吗？边界那里。要再下去吗？看他们在下面啊，走吧，下去吧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看你已经打成这样了，我们四打三了，你不下去？哇！下来呀，这不下来。有下来了。哎，那个 PD， 我又再更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你们是躲下面。哎 ，OP 拳头，他也死了。我帮你打掉，小心。可以冠军了。那个看到了啦。哎，那个吃金苹果直接下去了。我下去了。吃金苹果。哇塞！我吃喽。先打，阿甘，你害我，走。小心啊！打他！哇！我没有十字镐。没，我挖另一边。哎、欸，谁？打喽！我让他们两个中间有岩浆。哎、欸，被挡住了，八七。哇！蓝队是谁？你挖掉你上面那一个，你挖掉你前面的。对，我下去。好。冲了吗？冲了。后面小心。后面自己人。剩他一个人。剩他了。那一个。剩晨晨啊。哇，4-1，这赢了，这连金苹果都不用吃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挖。挖。我挖他点。到了吗？嗨！是谁？他是谁？晨晨，我在打。哇！哇！我自己拿到头了。
冠军！哇！跳跳！哇！空降！帅气！对呀、啊！哦，我打冠军！我打冠军！我打了五千抽，你拿到冠军！哇，好棒哦！我觉得很精彩啊！我们抢下制空权，然后又再把这些打下来，好爽！我不管了、啊，他们虚就虚了，好爽啊！假的，爽啊！假的，真的，假的，真的！哇，第三次，终于，终于。传送倒数，我们要传送，然后自己打一下啊！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好啊！传送了，不是30秒，倒数30秒。哇！要归了，哇！好大声哦！好大声，好大声，很大声呐、啊！PK 创造模式杀到他们，结果 PK 完全没有过来是吗？你真的没有传过来，完全没有传过来，杀到他们。来，球棒，球棒，可不可以先让我讲几句话？你可以再讲。感言。刚有观众，他刚才在聊天室说，你们为什么不归？干嘛像八七一样，他就跟他们打？然后我就说什么，然后一堆人现在看到就是八七。可是我要跟各位讲说，因为一直在那边等那二十分钟，大家都很无聊，什么时候不能做很无聊？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对啊。这样打的话一点都不精彩，那你最后面你与其大家那个花一些时间斗智，那打很精彩，到最后面你这样关在房间里面，讲真的，他就是三十秒结束，就是关了20分钟，30秒结束很无聊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很好啊，所以我们虚的是冠军队啊，是啊，哈这无聊。好了，我们让冠军队先讲一下话。好啊，冠军队先。冠军队想说什么啊？冠军队，给你五秒。那个，终于总算六届拿下冠军队。冠军队，哇！阿纪，让你发表一下意见。我拜拜果然有用啊！真的有拜拜有用哎！真的，你们的运气真好。阿纪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阿纪，你刚刚在楼上盖了一个八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，哎、欸，他就要盖八七了，他就要盖八七了，然后别人还说不会，然后你真的盖八七了，真的好搞笑。那你看啊，我了解你啊。让冠军队讲，被嘲讽。然后阿纪请。讲什么？阿纪哭了，你们讲一下你们那个整个比赛的流程，跟观众报告一下。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对，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好事？就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就运气真的很好，好的就是我应该。你们是要继续杀他吗？所以你们胜利就是因为运气。不是，吴姐，你直接用那个。好，看绿钥匙敲敲的。其他队不要讲话。哎哎哎！弄死他们，弄死他们！哎，没有没有，弄死他们。稍微说一下我们啊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就因为有。在树的旁边，所以我们就已经先抢好点，然后有看到秋风他们要过来，我们都还准备要备战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直接打起来了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属于就是哎，蛮悠哉的，都没有人过来，然后后来有看到剩下汪汪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有在那边砍树，然后原本有想要准备好火石去打他，结果他就自己退掉了。对，所以你说一直哇塞，你说打不起来，断线流哎，就是断线，没有一直打不起来。我看到人跑了两次哎，让我很失望哎。我一开始看到绿队的时候，我还一个人要过去打他们。但是我看到他们两个人也都是铁装全套，我就一个人，我就想说，好吧。我还看到旁边超会他们，结果就跑掉了。我们很失望，我们一直期待你去打。一开始是哪两队打起来的？我们的心哎，一开始是红队和黄队打起来，他们就我们一个出来。然后现在换红队讲好了，对红队好。红队刚出来就遇到就看到遗迹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往遗迹直接冲。然后没有遗迹啊，没有，我们先看到沙漠存在，沙漠遗迹啊，还有村庄啊，我们又看到村庄说不要去，一定有人。
然后我们进去村庄之后，就发现蔡渣他们全部人都在里面，对，四个人在那边采，他们在那边采种子，然后我们呀，鬼鬼就拿了一把铁剑开始杀，我们就拿了两把铁剑出来杀，先冲进去，超坏，放个火口也不行。我只想吃东西而已。我们两个快，而且那时候蔡渣还在说他想打，等一下说，假如你们真的等他，他就投靠你们。他就还没打完，还没打完就死了。还没打完就被杀掉了。以队来讲啊，红队那之后的 PK 嘞，之后的 PK。之后就我们自己耍白痴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太快了，你们还没到中心就开始电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来不及进去啊，因为中心有人啦。已经被右宅队给占据了。中心那个制高权被我们抢下，右宅队盖过来，一直被我们挖掉。那有没有想过说干脆不要电，然后倒水回地面呢？没有哎，我们只想要过去扎小，我们只想要，他们只想在空中站，至少平起平坐，不能第一人头。哪有啊？你们逃多好多哎，那是因为那是逃生下去的。那得新队好了啦，得老皮那一队，哎，不是那个蓝队，老皮那一队是哪队？紫老皮队，紫队发表一下意见哦。刚就那个，就我们看到那个你们在厮杀嘛，对不对？紫队真的很凶猛哎，紫队真的很凶猛。而且我看到秋风就硬了。对，我看到秋风就硬，然后赶快冲过去，然后你还没发现我们，我们就直接说赏他。其实我有看到你们那个，我后面的人没有来帮我打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因为确实他们走另外一边啊，然后你一个人落单啊。他们放生我了，然后我们杀掉你之后，我们本来要去追他，因为还蛮近的。可是后来想说算了，然后我们想说算，那就先退好了，因为他们一直跑，那想说算了。谢老皮也没血了。我想讲一下，可不可以给安妮那个新人 MVP 讲？可以，我觉得太强了。然后再讲什么？那个红队还没，那个紫队还没讲完，等一下再说。他们讲完，对对对，等他们讲完。猛，紫队继续说啊，继续说后面。继续说。后面。有啊，就是。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想打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队伍打，超好战，他逃掉，对，他进，蓝色的，冲过去很久的，你知道紫队刚刚从上面下来，我看的都湿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看的都湿了，我的妈！而且阿尼在下面绕的时候，我跟那个陈晨就说挖洞盖一下，超难搞。那我就要想问你，那个小 A， 你的比阿尼还多，你竟然被阿尼干掉了，有什么？我不知道我以为我装备的问题的，因为他没有附魔啊，一星一星。而且重点是我以为我打着是阿静，就没想到是阿尼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有差吗？这一队的原则就是说装备烂。没关系，去抢，好不好？没有附魔牌没关系，去抢，没有什么矿。对啊，中年后全部去抢就对了。我们就抢矿物哎。金皮，你氪了多少金苹果？对，氪金玩游戏哎。氪金，跟他们抢哎，超可怕的。其实你跟我 PK 的时候，我也差点干掉你哎。有。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全部都围上去打你啊。如果你们没有全部围上来的话，说不定是我干掉老皮哎。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干日本国旗啊？我们是想要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打到很多羊毛，然后繁星就说那就做个旗子插在那个盾牌上面好了。难怪那个国旗是买日本国旗。天皇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被那个被红那个什么被收尾的那一队蓝队讲一下好了，蓝队。我先讲，前面就给其他人讲。前面我们就遇到阿谦跑过来拿木棒敲我两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那个好吗？阿静，我跟你说，因为那个村庄里面只有两把铁剑，然后我们只有四个人，然后我想说好没关系，铁剑给他们拿，我就拿木棒。然后我看到说，阿静一个人在外面，然后我们就围他，然后我拿木棒敲他两下。怎样？怎么打？怎么打？那也太绝了吧！那为什么你好歹做个工具之类的吧？来不及啊！来不及，来不及。然后我们就退了。结果考比较重要，而且后面我看到感觉鬼鬼被我敲得很惨，你知道吗？都是被敲得很惨，我用木敲了两下这样子。哇塞！反正砍完之后我们就下去弄嘛，弄运气还蛮好，因为我在上面就拿完甘蔗牛皮，然后之后
下面也就钻石，就是很你只是就是没有金。我们苹果有五颗，但是只没有七颗，其实有七颗。对，然后之后我们在看 ID 的时候看到绿队，我就说啊挖一挖下去杀下去杀，然后我就把巧克力烧死了。啊！巧克力烧死，然后我们就，那你们刚才没有啊？谁被岩浆烧到啊？谁被岩浆烧？我想不太起来，因为太挤了，而且巧克力吧？啊？是谁？卡住了？怎么可能巧克力？我们是冠军队，喂，怎么烧啊？悠闲啊！最后是谁？反正我们就是外面，我们就是把两队残党都收掉啊！这家伙是谁？先停住那个，再转圈。什么东西？我要跟他转，快点！我们要等那个，我们也要等灭掉的黄队说一下啊。有！哎，我们这一队超精彩，我们就一开始啊，看到村庄，然后看到村庄以后过去了，然后就被灭团了。然后你们死超快，你们超快。对，然后我们是被灭了三个，然后之后就是汪汪荔枝传第二集这样。真的。不要！最后是我受不了压力，不想搞出任何名堂来。你们又让我搞出名堂，超烦。然后汪汪又被了三只古力帕炸到死，哇！对吧？对，太赚了。汪汪真的很可怜，历史真短。汪汪一开始就只剩一个，他怎么玩都只剩一个。他今天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单机游戏。而且我们中途有看到汪汪，我们还正准备要冲上去杀他，就他就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他在玩单机，不要杀他。难道不能放条生路吗？有没有赶尽杀绝了？我们这一队得小克白啦，绿队小克白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说一下，我不要三个队伍的逃杀超级烦，你们就不能让我静静的挖东西吗？超可怜，最后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先讲。他最后是在苦力怕要炸的时候逃掉，然后死掉，甩跳跳死的。第一次我们到村庄，阿靖敲了我一下，不，阿谦说错，阿谦敲了我一下，但是因为他当时手上没东西，所以我没口血。然后他敲完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阿谦来，阿谦来，打，赶快躲起来。”然后我自己跑到房子里面，然后他们说：“啊，来来。”然后我们就往空旷的地方跑，然后他们就被追杀了。然后我们的全员死亡。然后当时啊，我躲在房子里面。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房子里面的书柜通敲完，敲完之后我敲玻璃，我不走门，因为我走门我就会发现我敲玻璃逃跑。因为那个东西打太厉害了，哎、欸、对啊，对、欸，我今天跟蔡章还有米芬跟汪汪的对话应该没有超过20句。我一逃出那个村庄之后，我跑到了那个树木区，然后到树木区之后呢，刚刚是那个小燕他们那一队还是哪一队？因为紫色跟蓝色我分不太清楚。我觉得汪汪今天旅程都可以写一本书了，是不是？他上次也可以写一本书啊。对，我就看到有一个绿色的头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赶快先把自己埋起来，然后等他们走了之后呢，我再继续在那边。好可怜啊！好可怜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然后呢，我就很安然的挖出之后呢，我挖出外半，哎，我拿到两个苹果，我好开心。然后结果呢，皮弟他们那一队就来了。然后当时呢，我的体那个饥饿度啊，只有三个，我跑不动，所以我就边跑边吃肉，然后终于逃出去了。好可怜，还边跑边吃肉，好可怜，写一本书哎。让绿队讲一下，让绿队讲一下，绿队。我们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我们一开始那个重生点就没有树，然后我们就赶快疯狂找树。其实我们到树的时候，那个树已经被巧克力占领了。所以我们真的巧克力没有树，超难的。我们遇到三队吧，我们遇到三队，超队，超多队了，三队都有，都已经霸占树了。我们实在是边边角角沙漠地图什么都没有。哇，自己要的地图你要换谁？就你，你从来没有换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但是我们也没有树哎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也不用树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问一下绿队二十是发生什么事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绿队小白，那个小白说他想参加雷王争霸。没有，雷王，我来，小白，我来告诉雷王就是你，我要帮小白拉票，失望，就是一开始就是说，因为小白一开始走在我们最前面，他是说，哎，这边有树，他去砍树的时候，地底有一堆僵尸从里面冒出来，抓到他，他烧起来，不到五分钟，对，两，最后就只剩两颗血。然后那个小白两颗血之后，就后面就饿死了，一直没有食物。
那我们这次你想要选，你要要选战神跟最雷的吗？对的，哦对，最雷的哦。我要推举我们家小白呀，小白呀，小白，因为小白二十是一件小白二十，别讲冠军推荐二十哎，对啊，整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是二十哎，二十岁七。七届以来就只有他是二十哎，七届以来是二十，就物资缺乏呗，好可怜啊！天哪，而且我竟然是开场没多久就二十了，对呀，队友哎，超快超快。那有没有那个可以投票吃金苹果一场单场吃最多？我在氪金，没有了，有啊有啊，你给我氪金啊，氪金啊，氪金的，你真的是氪金哎。氪金王，他一直说，他一直说有没有苹果，有没有苹果，我说还没，还没，打不到苹果。啊，小恩，小恩，小恩，想要问你们，你们那一对奇怪的仪式是什么？奇怪的仪式？什么仪式？什么奇怪仪式？就你们把那什么树木旁边全部插满火吧。你说是摇那一对啊？摇那一对。白痴在那乱看。主播，你还在那乱讲。对不起啊，乱看错了。黑雨，又雷又雷，可不可以转投黑雨啊？拜托，最佳雷王就是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黑雨就。不过老皮那队有一段期间，小 M 一直在钓鱼，非常的清闲。不是，重点是，不是小 M 已经不止一件钓鱼喽，他钓很多件喽。我要反驳，等下我要反驳，为什么我今天又在钓鱼？那是因为。老皮一开始就只剩两格血，然后我们就种树嘛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树要有人看呐、啊，那个树长出来就有人打，我就好好打，然后打的时候，然后繁星又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钓鱼，这样可以钓他的皮革，然后我在那边钓鱼，哎、欸，哇塞，真的是职业本身加蛮多工作的，对，而且所以上次小艾你真的是很好笑，有钓到吗？重点没有没钓到，没有，他就钓很多鱼。哦，对他死搞事件就是他后来突然就是我们在砍树在钓鱼的时候，他突然大叫一声，我就说怎么，他就吐了一堆死搞出来，他吐了多少两个包包的屎，白痴，哎，我觉得这也蛮雷的。超雷的，他包我的包包跟他的包包全部都是石膏。皮弟，我问一下皮弟好了，那个皮弟，你打完树之后，你有没有仔细检查地上？我忘记回去洗了。你经过皮弟嘞，已经准备要晚上，然后我跟那个姚很紧张，说哎我不行，要晚上了。赶快回去，然后我们马上捡到一颗。对啊，我们跑回去就没有捡到了。也是我的那个邪教仪式，包出两颗。没事没事的。对啊，还要邪教仪式。邪教仪式有用，邪教有用。没有，哎，弟，你下班了。你知道你们那个他那个就是有一颗苹果掉在那边，然后吴冲锋在这边一直狂喊说：“皮皮，我要写多少？”完全没人理他，没有加班，完全传达不到，他就一直在那边喊。辛苦了，辛苦各位了。那个最后还是得那个曹哥和小哥白，因为你们刚刚后半段没讲，让你们讲一下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是的，就是哦，好吧。我们是那个我们。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木头，所以我们苹果超级少。我跟你说，我们黄金超多，真的很多，超级多。对，但是什么我们就是没有。你送我黄金吗？没有，我们完全没有苹果。我们蓝队带两个新人呢，可以玩到这样。然后继续，没啦。然后就没啦，快快，巧克力，你要讲成一个故事，你要讲的。然后从头到尾发生什么？谢谢大家。对，你要讲。没有，我们竞争很多，可是因为就后来是因为被头上丢那个岩浆，莫名其妙就烧起来了。我看，等一下，我其实发现你们其实没有在注意附近呢，因为巧克力和那个哈系常常注视着你们。我们没有注意到，而且他们还有偷看呢。对，他甚至挖开来可以肉眼可见。居然，一整个偷窥了。你等下可以去看巧克力的视角，肉眼超好笑，他一直偷看，超夸张。好了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各位。哎，我们说大家，最雷最雷是谁？对，最雷小白啊，最雷小白啊，二十的，七万级冠军变雷王，要还要投战神，对不对？战神是谁？
战神对战神是我觉得不用投，我投老皮啊。战神的、那個，我以为战神是氪金氪最多的那个。不是啊，我也觉得是老皮。我们老皮啊，战神不是用票选的，战神是看数字，你实际上杀了多少人。对，那个不是我选的。啊，战神，我用岩浆烧死了呢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岩浆烧的不算了，岩浆烧。那应该是你要看实际击杀的。对，他有一种手叫做被追杀，然后自己跳岩浆，那个就有算。只要有击杀。所以应该谁杀最多啊？谁不知道？那个你要回放，是不是要回放？等一下要回放才知道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每一届有一个那个啊？每一届有没有一个就是新人 MVP 吗？不是第二名的，我参加三次都第二名。最佳老二奖吗？最佳老二奖。我是万年老二。最佳老二。最佳老二。大老二。秋风，秋风，你们下一次那个小安参加，你就多给他包包一个老二奖，对不对？老二是你，我怕下次有人，我怕下次有人敢跟我同队，因为不然我每次都老第二名，真是。好恶心。有三个老二，老二奖了，秋风都直接叫我第一主播了，干。你是啊，你知道我一开始看到法师把黑羽杀掉，我真的瞬间喷笑了。拜拜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太吵了。